睡。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1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最后的主将总决赛。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大家喜爱的刘晓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到这个演播室啊，共同关注这个本届应该说是最精彩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终极对决。是的，大家好，今天是本届这个农心三国擂台赛这个最后一局，对，就是柯洁和朴廷桓，这个最后的结果呢，就经过多轮的这个复杂的进程之后，到了演变到今天，最后是中韩的最后结束这届比赛的最后一局。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的进程。是，那么我们在进入棋局之前，先看一下今天开赛的现场画面。好的。好。好，这是我们中方的主将柯洁九段终于请出来了。以前还想到会不会这一届就可以不用上场了，是吧？画面上啊，我看这个给柯洁在检查，这检查这个人呢，这个也很有意思，是李昌镐的弟弟，对对，林浩，也是为中国通，是韩国的代表人物，代表的，刚才也是又是我们华学明老师宣布比赛开始，朴廷桓九段，哇，这一次真的是发挥太神勇了，对，这之前是我们几乎没有想到会是最终会迎来一个中韩的主将对决。这比赛啊，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没错，没错。这戏剧性的经常上演。是。这柯洁啊，介绍柯洁。对棋迷来说，当然大家是非常期待中方啊获胜，但是能够这么一盘一盘的看精彩对局，直到看到这个中韩主将的对战，是吧？其实也是一场这个大戏，是不是？对，棋迷肯定今天会感觉很过瘾的，也万众瞩目啊。朴廷桓这个连续作战，说实话对他体力肯定是一个考验，但是也有另一说，这个越是这样的，他的状态出来了，对，他的状态出来，他能够在这个阶段呢，他一路杀上来的时候啊，和柯洁第一盘上啊，反而没他状态好。所以这个很多事情都是各有利弊，是吧？这个就看这个真的是胜负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是的，是的，这是对局的现场镜头。是，今天两位都是白衬衣是吧？现场镜头，好，欢迎回来。我们来看这盘棋了。是，那么比赛呢也是北京时间1点开始的，刘老我们就先追上棋局。好，先经过拆先。对，重新拆先。朴廷桓是黑棋，白棋是对柯洁，这是铁六木版的啊。这朴廷桓马上点33，第三手就点33了，对，点33，这个是不同，又回归到33，这个是他们比较喜欢的，而且最近大家高手们都是在下这个点三三是最常见的。现在不论是第三手点还是第五手点，其实我觉得都算是比较正常的进行，比较喜欢的，对，长这个他是走的这个，是，然后飞一个，这个是有。这是比较多见的，是，这个也是点三三当中一个比较相对简明的一个定型，多见的一个形状，接下来白棋抢到先手，占空角，一人一个空角，这是小目，对，小目，对，是的，对，他是走小目，然后呢，他是走的二连星，二连星 是吧？黑棋二连星。然后白棋这行小，然后呢，这白棋走的是这个，这柯洁的，柯洁今天呢，他是就是走选择了这个，当官的当官手脚，要是流行一点也有这个啊，
更快一些哈。还过去我们还有这一类的，是是是，这种想法，这样就连骗，这想法也都有的，都有，这都开局很正常。对，这种，嗯，差不多。对。然后接下来，接下来呢？朴廷桓这手棋直接靠上了，这又是比较符合现在的这种布局的理念。嗯。直接定型。这个很积极的想法。不像这个别的以前呢，或者是你可以缓冲一点啊，分头啊之类的，现在没有这个了，直接。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这种直接这个硬碰硬啊，而且针对这个单关跳手脚，嗯，好像这个靠也是一个常用的手段，对，常用的手段，对，是这个靠一个呢，看你怎么硬，一般现在都是先试硬手，看你如何硬的，是的，然后再选择后面的我的怎么如何对如何进行，也是投石问路吧，先看一看，先探一探这个。对方的态度，对，他是搬在上面，搬在上面，搬在上面，这个就是他的用法呢，就是说硬法，他好多种，哎，有搬下面的很多，嗯，搬下面很多，搬下面一般的情况会是这个，会是这个，哎，这个我也下过，啊，这个下法，这很多这个下法，嗯，也有这个是吧？对，这个就是对长，哎，还有这个贴，哎，对，这个要先打一下吧？哎，是的，这个先打吃，哎，对对对对，立下来，对对对对，接下来是，哎，长这个是吧？很多很多，嗯，然后拐，哎，拐这个它是要长，要长的，先长一下，哎，对，粘住，哎，对，这个很多，哎，然后这如果再要挡一个这个，先挡，哎，对。嗯，这个时候你再拐一个之类的，这个下法太多了。对，这样的下，现在要这样是不是黑的还行啊？我觉得这样黑的可以，可以下。哎，这个变化这定势了啊，定势很多那个，所以白棋他没有走。如果你示弱，比如说，当然下法很多了，你长这个立这个。嗯，都有，所以呢，大家看一下你怎么走，这是特别喜欢，尤其这些一线的高手特别善用的一种手法，先试硬手，先看看你怎么硬我，给你等于当老师考试一下。嗯，现在这个柯洁呢，他是走的上班，对于这个他应该不陌生。这里他们都非常熟悉。对付这个呢，他可能有他的一套。是，他们两个是老对手了，是吧？那肯定了，是吧？因为都在这个顶尖的这个位置上。顶尖的这个，对对对。这个朴廷桓虽然现在等级分，韩国等级分是变到第二位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韩国第一。对，他们在第一的位置站了很久了。是 是。所以呢，你想他俩肯定是要碰。嗯。碰的战绩如何呢？在大小小的比赛上碰到过很多次，很多次，对对。但是呢，也很巧，偏偏农心杯上的啊，没有碰到，从来没有碰到过。那别的比赛碰到过，第一次，对，别的比赛太多了。对，嗯。所以今天那必然是一个好胜负的，大家值得一看的。是，这个重大比赛是吧？这些东西啊，它这个布局的下法呢，我觉得他们是都。心知肚明，或者说对对方的路数也很清楚，是，对自己的用法也，所以要说这个像这种，他们都有他的布局的一套。他在下之前呢，他也可能从对这个 AI 啊，就给他们设计了一些招法。嗯，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啊。现在我们看他的具体的这个下法。嗯，他这个一上班呢是要下班，这个呢也是一个连贯手段。这个时候如果再长，哎，这个我喜欢，不太好了。这个我估计这是白棋希望的啊，这就一立。哎，对，这是希望的。这两个子马上显得有点重啊，对，有点笨重。这是希望了，因为你这两个交换了之后，你已经重掉了。嗯，以前你要一尖中那一贴，这个是不走的，可以脱先了。再搬他肯定不理了。嗯，这俩一交换，他白棋便宜了。是，所以呢，这个要搬在这里，搬这里。嗯。好，打这个，对，这个变化当然还有很多种了啊。他是打的这个，嗯，走这个，对，它长，这也是必须要长的。这个棋呢是要这么打，千万不要这么打，这么打就坏了。打在三路的话，这个不能这么打，不好啊。这个一立，
这个借用太多。哎，对对对，这个就一粒。哎，对对对，这个可不行。虽然能吃，是吧？这不行，这一打一加，这个黑棋都笑了。要、这个、所以打在二路。对对对对，走这个，要粘这个，再粘。对，要这样呢，就是让你取舍。你敢活脚，我就下面外面争。嗯，哎，这样呢，就是说一般你是不能走这个的，一般是不能走这个。为什么呢？你要走这个，这个活的、不行，能活，但是是不是想看看你还要不要打？这都不行，你外面两个没了，这外面没了。哎，对，这个不行，小脚，这个太小了，不可以，外面外面打。嗯，所以呢，不可取啊。实战就是什么呢？他就这实战，然后他一路打，这么定型了，然后再争取一个先手。哎，对对对对对对。定型，这个定型呢，还是个也算是个两分。嗯，对黑棋来说啊，他能拆到这个地方呢，也凑合，因为他能拆了个三，哎，也凑合。对，因为他那他这个碰呢，看来这个朴廷桓有研究的，哎，你要这么一个上面一这么硬啊，走成这样呢，他也能够满意。这样子定型的话，黑棋抢到了这个拆，对，间接的攻这个白棋，间接限制下白棋的发展。这个拿这个大角，对，应该说是两分的，对，两分的这个还早还早，正常这个正常进行，正常进行，也还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对，白棋他呢转手就在这儿点三三啊，他先挂不先挂一个，对，对，这儿挂一个。交换之后，哎呦，讲又对，这两个交换了之后，转手点三三，接着点三三，这儿还有最后一个角点三三，对，这个棋就是也是，礼尚往来，你那边点我一个，我也点你一个，对，大家都各点一个，点三三现在就是一个正常的定式是吧？挂角或者点三三，流行定式，点三三，以前就说这么早点三三不合适。包括现在还有人觉得不对，但点三是一种看着点在三三上，实际上是力量比较强的下法。效率提高的，深层次的说，它是一个先看对方应手，又像试应手。你试在哪里，我再看你的选择完之后，我再来这个决断我后边，这样呢是能够发挥我最大的效率。这个要说呢，这个起来就话比较长啊，他点三三让你看挡哪面，最后他是选的这个挡这个，挡的这个，他爬的，对，你应付这个点三三，那我有好多种，比如说搬了长搬了连搬，不管你走哪个我都有应对的。你要是我最希望的，你要一连搬，我怕把你吃了落先手，或者走别的很多很多种，对，定式太多了，太多。这盘棋白棋选择黑棋选择一个相对简明的，也是单长。哎，对对，这边一样。你如果走这个，那就还原了，那两个一样了，对不对？一样。大概我估计你如果走这个，他大概会这个，大概是这样。这也是好点。往下进行，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大概会成为这种局面。是的。所以我看这里，柯洁九段好像走的比较的紧凑。对。他接着爬。爬一个，好。这个有点想抢先手的这个意图啊！你如果搬，他搬这个就还原了，等于是你这样的棋是吧？还在这儿，顶在这儿啊，一样。但是呢，它是长的，又长又长，还是想要黑棋也想抢先手，抢先手是吧？不，这个地方也是两个人，这个对这个定式的在这个地方的理解不同啊。都是定式，但是就看你选哪个。现在柯洁呢，他选的是什么呢？他选的爬，接着爬。如果你飞当然是没问题，你后手。但是呢，他是选一个什么呢？你这个是要搬，因为你走别的被他搬起来可能不太忍，不能被搬。这个搬头还是太有力量了。黑棋搬的时候啊，他脱先了。哎，这个时候他选择快速的转到别的地方了。这里将来黑棋要走是立的吧？啊，这个黑棋有多种了。哦，哎，有搬一个的，有立一个的，有虎一个的，很多。下法比较多。哎，搬是肯定先手，你大概会挡。立呢也绝对先手，不走搬粘就死了。这一搬就是白棋就完了。对，大概成为这样。
这样随时都能走成这样，但是走成这样可能黑旗还不肯，可能他还觉得还心里不愿意走成这样，因为你拖累先了白旗，你这个走了个先手，然后呢黑棋后面的选择他就根据全局的进程之这个选择呢，他可能有好几个，对，他带他选择的地方，根据情况再来、哎、先放着不走。你但是白棋拖一线也好啊，他能够转手走别的，哎，他是走的那面嘛，走那面搬，是搬的这个，对，搬这个搬之后，对，挡住，这个是要挡，然后跨断，对，要求跨断。这个不走呢，他总觉得这个也不小，这个尖不小 是吧？是个好点。这个一尖起来，好像和这边有所配合。他这个本身这是个后续的手段。这个地方搬了靠呢，他期待着是走什么？走成这样，它变成了一个这个定式。哎，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个点三三之后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定式的积蓄。是，哎，这个呢。哎，就看你这是白棋要这么下，他觉得要抢一个先在那边走。对，但是这个时候呢，朴廷桓他走的是转换了，他走这个，他没再冲。哎，对，这也是涉及一个判断啊。不，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他飞的这个，是这个他很熟了，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继续的一个定式，这个对的。黑棋选这个，我估计多数会这么选，哎。这个他就走的比较灵活，不要这么走。如果这么走呢，就拽着你走了。哎，你不知道你怎么选，走什么，挡这个他打粘上，这样他满意。然后他走这个，关键他是让你白棋粘上之后，他能够第一手到这里，这个是个好点啊。这个是好点。对。这是他的意图。这个时候他不是说再来花一手棋长二什么的，他一定是在这边抢着想先拆一招。这个棋你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损，先搬了一下啊，被他吃住之后啊，这个棋呢他很顽强，你吃不住他。你怎么吃呢？你立还是走这个？这没有吃不住。不好吃。不吃不住。他这儿有接，还有一个不是接应。对，棋你说我扑对吧，他就这样回家了。对，这个就亏很多，不能这样。所以这个拿不住他，这个算他视为这个是活棋。活棋，哎，对，活棋也没他没有特别的。那么白棋就打吃。打吃，那这个形状呢？里面也是。你看，活的。白黑棋活的还是比较好，舒服。但是这个棋局是还早，他是打了一下啊。打吃了，对，打吃之后尖冲。对。这是个好点，然后爬，就贴一个。这个地方呢，白棋也要为了做活，哎，也要注意，也是很大的。然后呢，他威胁着搬，要搬二字头，对。所以黑棋现在要黑棋搬过来，搬我，对。那我一般的情况是要断，一般的情况是断。它是断的，实战也是断，断白黑棋长，长一个。黑棋长的时候，白棋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有什么？有是不是有选择？那有选择，对，长一个，长出来，长一个作战，长一个可以，可以吗？长一个可以，不错，长一个是一个好选择吧，应该是长一个有是个选择，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想法啊，你要么就立。还是走什么？反正这两个字肯定不能死，叫怎么？还是立一个好。对，立一个，对，立一个挺好的。立一个白棋，也许再补一个吧。我看得往哪补一个之类的。可能这样如何？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下法？如果这样进行的话，黑棋这边，其实也。也不能说他是孤棋是吧？孤不会孤，肯定不是孤棋。那么其实就是这两颗子，对，有点对攻了，拼力量，对，拼力量了。这块白棋基本上我觉得也还行，也还可以。王瑞喜欢哪个？我说实话，我就有点白棋，我有点不敢下，不敢下。对，觉得有点长出来有点力量，有点拿不准。这个拼力量，对，拼力量。这个棋局。中间的这个未定性很多，是这个
很难选择。所以我看实战他也是选择了就班瞻。班瞻，对，好，班瞻走的比较实惠、啊。比较普通，但是呢，现在它是蒸子有力，现在它能蒸掉了。这一招棋刚好蒸掉了。蒸掉了，这个一般的情况啊，是蒸掉觉得不肯。不肯。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可以安慰的什么呢？我这个有个引蒸的好手段。嗯。哎、可以引蒸，走在这里引蒸，这个引蒸这个点不错。柯洁最后选择这个引蒸。是。我想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变化图也是看到了引征。引征、哎、对吧，他一定是有计划的。嗯。引征的时候现在不能再硬了。嗯，如果你硬。如果硬。嗯，你走。我是能跑了吧。我觉得他是要走。我看看。嗯。应该是。可以了。跑出来了、啊。这一跑就是这个征引到了。哎对。这个子要跑出来的话。嗯。这边黑棋就马上变得很薄。不是，你的形状要整形的话很累。是吧，走什么有点薄，比较难。哎，我倒是希望跑出来，这我喜欢白的，跑出来很难。这个跑和刚才的那个不同，不同了，因为多了二路班瞻。不是你很麻烦，为什么呢？嗯，我一长我这一拐，这个形状不对了。哦，这个气是吧？哎，气呀、啊，形状呀，很难整形了。嗯，那就很累了，很辛苦，是吧？如果说怕拐，再这么打吃也哦，这都不好，有点俗手是吧？太俗太俗。哎，这样的话，那就进入了柯洁的步调了。嗯、哎，这个这是小意思，这尖冲你跑一个没关系，这个损失那面一跑足以抵消。对，哎，足以没关系。他所以呢，九段还是他把这个抓掉对。对，我认为抓掉还是很大。一手棋提干净。哎呀，这面先不看了再说。嗯，这样子形成一个转换是吧？白棋连下两招。把这个子压住，看着这个也是很大，嗯，哎，如果都是空，那当然舒服了。但是呢，他的对手是朴廷桓，那不是他不肯罢休。这个空肯定是还没有，他不，他那个不能是完全属于白棋的。暂时他放一放，他先动手这个，对，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点呢、啊。就是他破你的眼位，是现在目前他这个铁厚了之后啊，很厚很厚，出手了，嗯，这个是本身就是一个，腰眼上点你一下，一点，问问你怎么硬，点你走什么？你如果这样，他有这一夹就回家了，你这个把你眼位就给撅了，而且这一夹回家还留了一袜，这个不能这么下，嗯，你如果你说我走这个，那我这个他就跳先手，跳有是先手，哎对，所以他是单粘的。单粘是我觉得对，单粘，他单粘他也跳，也是实战就这么下的，嗯、是，好、哦、白棋，所以这是白棋来脚上啊，对，就他的先手便宜，或者脚上他来问问你，但是呢，这个呢，你只能如此，但他这个力是先手啊，嗯，力先手，你得给我做眼呢、啊，对，这是白棋的，哎，白棋的对先手便宜，对对对对，这是他的先手、嗯、便宜。这个时候我不知道白棋如果走别的啊，如果这么活当然是也是有可能的，嗯，但是呢他可能很讨厌这一下，一走一撅呢，这个是先手是吧，嗯，我得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一下子这里没眼了，然后呢他可能我估计他也是这一类的，走走还是走什么，这个黑棋啊下法可能你的这两个眼必须清楚，是哎，就你比如说吧，他走这个也很累，你说我长那么这么走，这个你这个不愿意看，只有一只眼不愿意这样，所以这个棋啊最后啊他是那个也没力，他是走的这个袜一个，对，基本上这一袜呢就算是虽然是有点稍稍被黑棋便宜的感觉，但是呢我也基本上活得差不多，为什么呢？你要是这么硬来这个的话，这个首先我砰砰砰的打也把你打晕了，是是不是？打晕了再一夹，你这个眼还破不了我。对，因为你包完班粘之后，这儿我你这个还伤着呢。而且这本来一提一提，就是说这我就是说这样的我放心了，这没问题，对，我这块白棋我放心了。基本上你吃我，就基本上是不或者基本很难吃我了。对，哎。算是就安定了，本身是活棋了，
所以呢他就干脆就挖一下算了，他也没去折腾别的，对，比较冷静，这个是我觉得是正常的，对吧，是，而且冷静。但是那个局面怎么样，这局面怎么样啊，现在呢黑棋落得先手之后啊，到现在的局面王瑞喜欢什么，喜欢哪一种？我觉得还早，还早，刘老，对，我感觉现在还，对，但是还棋局还漫长，黑棋先动手的话，嗯，应该说黑棋应该这个时候如果这么成功的话也不差，因为他是落得先手，那边都定型了，他如果他只能从这儿动手了，关键在这个地方，是，关键在这个地方。刚才就说了，这条边不能被白棋全部掌控，对对对对，是吧？黑棋要出动了，要必须出动。你如果我是很老实，在尖了走这个被他一补，这个不行，这个效率太高。对对对，所以他是对正常是爬这个他不肯，你看这样的话，这样他就拐住吗？拐住就可以了，这样。这样双飞燕过来，这样他不愿意，嗯，这个下法他不会从，这样下法的话，这个他觉得落后了，是不行。他是走什么？他直接爬出来，直接爬，很紧，太直接了。这个棋局，这个符合朴定桓的风格，嗯，朴定桓就是这个，就是这种他的棋风，对，他就直接，而且力量强。那柯洁，那他们两个，这个你说柯洁。我们的中国的第一人呢，嗯，是吧，等级分绝对第一了。他们俩的风格呢，我觉得还确实是有一点区别，有区别，对，相对来说柯洁的棋风更加灵活一些，哦，很灵动，很灵动，嗯。那么朴定桓呢，朴定桓执着，也可以这么说，反正相对来说好像要稳一些，稳一，对，有点稳扎稳打的感觉。朴定桓嘛，就两个来相对来说啊，好，现在后面呢，这个地方是关键了。其实前面大家铺垫了很多，嗯，到现在实际上还在焦灼当中，没有说一定哪个好很多。对，没有。其实高手过招，高手过招，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刘老说的铺垫，铺垫，都大家都心知肚明两分，但是就是真正要决胜负的时候，就那么几招关键期，关键胜负手，对，胜负手，嗯，对，高手很。我们看这个地方，这是关键的地方。这个棋呢，你总得要搬住，这个是要走的，对吧？然后搬，他就从这个地方啊，就一路给你掏出来。嗯。也不没有什么给你讲面子，这个就直接的给你一路走，要实惠。对，现在的黑棋如果说单纯想做活，嗯，很容易了。他是要走一个最佳的那个什么形状，就看怎么活，是吧？这个应该是这几个交换属于正规，白都没有什么好讨论，因为你不可能搬我这一段就完，然后只能这样，白黑棋爬，你就必然是白棋这样走，嗯，下一步是稍微有点可讨论的。嗯，是走这个还是走那个？他最后走的这个，他是顶着顶一个。除了顶，刚才刘老师说，您说这个单托也是，也可以一个选点，考虑也可以考虑。对，他是走的这个，走这个呢，顶一个呢，就是说通常是走这个，是不是？如果你走这个，但是现在在挡，是不是有加过呀？这个加过是很有可能，它比较实惠。为什么呢？你立首先不可以，为什么呢？立的话被他一断呢，差一气。对，这两子就被吃掉了。不是，他差一气，就是黑棋能够把他这三颗子吃掉，差一气。嗯，就白棋差一气。白棋差一气，嗯，对，你不管，你可能最多是这么便宜，那都小意思。比如说点一点，我就粘上，打了粘上，拐我就把你吃掉。嗯，是吧？这个。就是一个黑杀白的棋，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黑棋满意。我也觉得黑棋满意，这等于是连边带角就全成功了。对，这个黑棋很满意。这个白棋有点落空。对，这个吃掉很实。大概他可能，如果你粘上的话，他渡过。嗯。粘上面，他渡过这个地方断，他粘上。后面这个地方虽然很薄，嗯，但是呢，这个他很实惠啊，很实惠。这很实惠，这个我觉得不能让他加过，你觉得黑的好吧？我觉得黑的好。只是如果你只是这样，没啥意思。对，这个只是留些余味而已。你被他这黑棋能够本来你多加了一手，让他这么
连根给它镀过，然后又成为空，还是黑的，虽然薄了一点，但是它很实惠，不能接受。所以啊，黑棋白棋，黑棋走了个狠手，它走了长一个，顺着让你不能渡过，刚才那个你答不成了。对，刚才渡过可能有点答不成了，这个协议不能答应。那个冲好像要冲，你冲我就挡住，挡住。下面呢就两个选择了，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单二路就是如果这个求和是吧？做活不是做活，做活要稍微的和刚才已经不同了，不同了。如果粘上是吧？粘上我这一虎是好点啊。好点呢，我再断呢，断这个，也是可选的，也是可选的。那我这样子是不是脚上活的还可？我是先打一下吗？这个棋。这个棋有点不明白了啊，这个断一个。刘老，这里边是那个国棋，这个是后手是吧？对，现在不考虑那边了，现在是啊，这也是先手。要么就是说你从这边打一个，试一试。打的话，长是不是粘住了是吧？稍稍的，长一个要长，要粘，要长，不能打那个啊，不打，不能打。那他就粘住了。对，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是有一个，征子，不要了。拐这个，征子，吃这个吧。吃这个我就不要了。不能长吧？不能长。你要走这个我不能长，就不要了是吧？不要了。这个不长了。不要了。转身。转身走那边，对，走这边，贴这个，贴这个，把这个走这边了。这个棋呢，还有白棋也另外一种哈。要么它是粘这个的话，你也是，比如说啊，它走这个。这个棋它往下靠，比那个它上面是有所不同，有所不同，等于它多冲了一下，对，多冲一下是。刚才加过，它这个子是，刚才那个不太一样，现在位置是高一路，这个棋有点那个什么啊，总之啊，柯洁就不是那个朴廷桓就没有这么想，二五班粘他没有。他是直接断的，这个就复杂化了。对，这个断了。本来我们给他想或者替他想，想这个事儿，他没有想，他是直接断的。这个给你搬了，很强硬啊，态度很强硬。搬呢？这一搬也很复杂。他是跳的，二路跳，一路跳。对，一路跳，他是一路跳的。对。这个一下子变得情况变复杂了。这个一路跳啊，这个朴廷桓下的真的是太凶了。太凶了，他是想这样，如果你走这个，是吧？我粘上，吃这个，这一吃是，对，不敢跑了是吧？跑他就一打成，如果你跑，我大概打，对，走这个，这样这两个，要不然这两个死。被吃掉，要不然这三个这个作战，那白棋没意思。对，我估计白棋可能气死，他可能是这样，他就是这个子给你了，转身就转身或者在这个地方把这个脚拿住，但是刚这样拿和刚才那个搬少搬了，这个就是余味啊，黑棋以后就提了之后啊，这个余味还有，他这么选择的，那白棋也没有往这儿走，他们两个走的真的很凶，这个需要这个非常强的计算能力。是的，是吧？非常强的计算能力。他没有打出来，就是还不太肯把这个棋筋。好像是这样。是吧？好像是他不愿意，他是单虎的。单虎的话，这个长是个先手。对，是不是这一打，这不是就征子掉了吗？是他马上就长了，一长马上就长，就是要是应手怎么补，是吧？对，下一步要打吃了怎么补？柯洁选择是胡，他没有选择这个太硬了哈，这个更紧凑一些，不被他搬一个他受不了，更紧凑，这个就有点硬了，这个要特别的那个什么了，
要计算，但是也有好处，贴的话虽然自己气有点紧，但是也贴紧了黑棋一气啊。敢不敢这么干？敢不敢？这个就刺激了。这个刺激了，这个事儿就咬着来。至少我要想一想，能不能这么下？对，这个这样下就拼了。这就是另外一个格局了。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马上就要叫杀了？这一冲一挡，不是就叫杀了吗？叫杀就是说马上黑棋就死了吗？这一拐不就死了吗？是的呀。你不管你，就这代你不能说松一下，黑棋不能松。对，你要你敢在这儿补，那刚才我这一下就死了。一冲一拐，这个死的干净，很干净。嗯，比气要差好几口气吧。对，不敢这么下吗？你不会走这个，你大概只能想别的招。只能想别的，断一断还是什么？想别的，你爬是一个很要紧的事儿。马上爬。哎，对，很要紧的事儿，那个特别大。马上爬。嗯，大概是这样。对。还真的是有点复杂。嗯，有点复杂。比如说，你说爬一个，我白棋的选择也是很纠结。嗯，非常纠结，因为征子啊，都是黑棋有利，怎么征基本上都是他的，因为他也厚了啊，所以厚的时候作战是最可以，他可以不讲理，是吧？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的选择我怎么样？比如说我出个招啊，这个行不行？不知道。嗯，这个好像是你要走别的话，被他这一跳，我也觉得不好吧？这个行不行？好像是棋形上的一个要点。不知道，这个我也有点，我只是临时想。这个还能再尝一下吗，刘老？嗯，哦，再尝。敢不敢再尝？哦，人场我那么不就不看你扳住了多少气的问题了啊？因为我想在场将来冲掉拐依然很严厉，有可能。他要是说交换能交换再交换一手也不错。对，也可以可以。哎，对，这个气我就算给你傻扳住怎么了？你因为这儿你堵不住啊。我把这个都给你走掉。对，就是这个。很直接是吧，你能够把我吃着，如果吃不着我你不对吧，你这个是不能走的。为什么呢？我这一挖这一家就是一个不，现在我都给你吃了的啊，就直接吃干吃了，就是说就算你这个地方打着了，那么我这一家你也是无法抵挡。那这一带不好收气，无法抵挡，所以呢你收气啊很累。对，那柯洁没动这个狠劲儿啊。是是啊，哎，当时要是把它贴，这一贴的好处就是不，这边不太好收气。就这个比赛啊，一小时之前都耗费了不少，这个时间很重要。嗯，他一般我跟你说这个心态啊，他这么高级的级别的比赛啊，其实对方一般都是这样，对方算过了，嗯，敢这么下，我就相信他、哦，觉得我就算了。有这样一个心理是吧？哎、心理对对对对，你像我这个边，我就傻算的话，就是说我不相信你，我就你任何事我都傻算一下，不相信你，我就往前走。不过有的时候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吧？就是相信对手，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对对对对对，觉得他不会算错，对，但是有可能两个人都可能都给忽视了，也有这种情况，也是有一种心理。对，一种心理就是说你算了半天，你终于就往前走了。走了之后呢，对方根本就没往前的往你那个路上走，马上一走你也很失望。柯洁这个表情现在我们看实战吧。这表情怎么好像、啊、不？这我们不要注意表情，你这个有可能被他迷惑。被迷惑了，对对对。他那个这个不作数的啊，他的表情不好、这个、不见得形势不好。对, 对，他有时候而且现在两个棋手他相互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对，我们先不知道，先注意这个棋。好，看这个棋啊，现在实战就是这个棋啊。他现在等于是我们看实战吧，跟上他实战的这个进程。也没往这边走，他就虎一个单虎，这个虎啊很强，很强。这个长是必然，下面白棋选择，刚才说要么贴要么虎。对，贴的话，我贴的就是我。不贴的话就是要就直接就来了，就我刚才说的这个，那就对杀了，要么杀那谁我哎刘对没事，嗯，不行必须断，
必须断，须对吧？嗯，你最多是把我这个争掉。你如果只是为了贪图外面一点点的话啊，比如说啊，嗯，这样，然后白棋补一个，补这个，只吃这两个、嗯、没啥意思，对不对？吃这两个，对对对，看一看，把这个吃掉，这两个行不行？不行，不行吗？这也不小哎，黑棋。不不不，下面打，下面断然否定了，断然否定。好，好吧。对我是可能这么拼一下啊、哦。然后他柯洁就是走在这里，咱们再看。他还是这个地方，看他的进程吧。我觉得看他进程吧，这个只是，然后他爬了一个。对，这得爬了，这得爬，不爬一冲拐就死掉了。嗯，对，这必然的，这必须得爬。爬的时候，现在白棋就飞转身了，转身了。如果、这个、不能再长一下，如果长不到，比如说不长了，搬不是不是、哦、不是长的问题。为什么不冲一个搬？就直接搬呢？直接搬。对对对对对。如果这个比气是怎么回事啊？对，如果搬，他可能他肯定靠，他要靠住了。嗯，他要靠住。靠住。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因为松了一点啊，他能够靠住。没有这样弃子吗？比如说、啊、这个对杀是什么情况？对杀如果冲，如果冲，对，对杀应该是白棋看样子不直接搬，直接搬，对对对，搬，搬这个，那就锦气，锦气的话是白棋差一黑棋差一棋，黑棋差一棋，对对对对，这一场、对对对，就是这样啊，这黑棋差一气、嗯、我说这个时候啊，他可能先断一下，断我长，断这个，断这儿啊、嗯，尤其是在你搬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先不进气，嗯，然后再压你一下。那我也只能长，嗯，是吧？你不敢上面走是吧？我不敢。嗯，我这个多一个搬会不会有什么变？对，他怕多一个搬呢。两搬长一气是吧？长气了，气有所不同啊，有可能，是吧？我可能正常我就长，正常对。然后呢，这时候他走这个。这两下当做先手便宜、嗯、是吧？对，便宜了。不再收气。然后这个地方有个断，有一断。嗯。我如果加，您就，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加的话，他可能会走这个。就弃子，对、嗯。走这个。这个我不敢长出去，只能吃。只能吃您上面一扳。走这个啊，嗯，对，这个粘住吧，嗯，粘住，然后这个这样子就是这个变化图，就是典型的一个弃子是吧？可能这样这面也很广阔，黑棋把这个一条小龙弃掉，嗯，那要是像这样当然是黑的好，我觉得这样黑的好，嗯，哦，虽然吃了白棋吃了，不见得好。他可能落先手了，嗯，他是不是有变化不知道？但是这样的话是，这个棋下的。不过刘老，我觉得确实是，如果从逻辑推理来说，这个、哎、他不飞的话，搬一个是能吃掉，嗯、是吧？能吃掉。但是他没有选择吃，没有选择柯洁，没有选择柯洁啊，他是觉得这样就可以，他的判断应该对，形式判断，相信他，相信他，他觉得还是要飞这个角，要飞角，拿角大，对，嗯，然后呢给他搬，然后再来上搬，嗯嗯，他是长的，实战就这么下，有时候是，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是大局，对对，要大局，是的，这个地方小了，嗯，他这个这面不要贪吃啊，宽阔。他这么选择的，然后这个贴一个，这脚是的确大，脚大，不仅是脚大，而且刚才那个图一靠一扳、嗯、这个黑棋外面的潜力也是不可低估啊。对，这个棋走成这样有没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怂了哈、啊、他是直接实战下的比较哎，他就这样。其实是有点攻击的这个意味在里边、嗯，不仅仅是要自己活。然后呢，白棋、黑棋在这里拐，就拐一手，又划一手棋。为什么？这一拐，白棋好像没道理再跟着你走了吧？还会走吗？拐这个呢，他就不了，他是走的这个。柯洁是、哦、刘老啊，他这个棋。他不拐，他是不是
这边一冲，这一煎还没活吗？还没活吧？你看他要是不走这个的话，对，这一冲，对，一煎，对，是吧？他这儿是什么情况？本身没活，没活，这一点半粘就行了，半粘就够了。嗯，哦，这一二三，对，半粘就行了。嗯，对。所以他其实这个，他是要他要做活，那就直接这个不就完了吗？不就活了吗？想活之前便宜一下吗？直接以后是这个吧？啊，直接这个吧？是，啊，有可能，直接点在上面了。就说既然要活，就一手接，其实我看把它活干净。他也许想拐了你，长了再点，也是也有可能，也许是这样，他想长了再点，也可能是想这样。嗯，但这个柯洁不会走了，柯洁不会走了。嗯，柯洁这几，我觉得黑棋这个是不是慢了这几招？对，实战就这么下啊。实战这么下。这两步谁慢？说黑棋慢。黑棋有点慢了，黑棋是就是黑白棋再转到这个地方啊。对对对。觉得步调比较快，是很灵活。这个这面大，实这面比那面啊，活虽然很大，吃掉也大。但是呢，这面其实大局有可能是大局，嗯，是的。这我是这么第一感是这么想的。是的。然后呢，这个棋有点意思，他走在这里。嗯，他这一带这几个子要治孤是吧？自己要处理一下。不，这个棋呢，如果你挡这个，啊。他可能啊，我觉得可能就直接这个来了。这个我得对对对粘住，粘住，对我搬这个，嗯，搬我要搬吗？对，要搬，他大概是这个。哦，这个我不敢吃了是吧？你不吃走什么呢？我吃的话，这个这三子看清了不三子是吧？三子不要了，我不会吃那个。那这个时候我再打你一下，你是不是觉得很痛苦？是的呀，这个形状就不对了。这个你看，这个形状不对，对，这个淤形太多了，各种淤形，形状不好。那我打的时候我就单体，单体，对，单体，他可能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啊？这是一个可能吧？有道理，就是他这个尖是防这个断。嗯，如果没有这个尖，那你这么下的话，它有可能是不是直接就是断了？对对对对，说的对，直接就断了，直接就断，搬断。所以呢，它尖的时候，白棋这里面是有逻辑的，白棋跳这个地方，一环扣一环下得很紧。对，是是是。但是我觉得黑棋在这二路爬，显得太稳重了。嗯嗯，感觉。是不是还有更狠的感觉？不知道，有可能，是吗？有可能。从这个进程来看，感觉白棋啊啊，就第一感啊，觉得白棋确实是更大局一些，是吗？嗯，这个还不知道。现在呢，白棋走这个，如果只是这个，他觉得这样没啥意思，是吗？这样呢，是不是一盘棋呢？这样子黑棋在里边做活哈，这个要补吧？是啊，我也觉得你这个棋不补一冲一二路一加，对，有点困难。这个要怎么补？这个有点难过，厉害，不知道怎么补是吧？啊，嗯，哎，这个他没走这个，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也是可以稍微走？他是走的这个，对他这个还没打。朴廷桓下的挺硬的。是这么下的啊？是，好，然后再走这个，再走这个。哎，刚才就说了，说这个拐有可能不如直接一手棋做活。对，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来这个，他这个爬是先手，现在他来不及，他可能会这个，有可能。这个我断。你断不断哪儿我就粘哪儿，粘还有。我先冲。先冲我退。啊，退。嗯，再冲再退。哦，就是这样，这个不会就让你连回家是吧？当官连回家，不是你有可能这个无疾而终，嗯，有可能。那我先嗯，
鲜的，也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鲜的，没办法。所以呢，他这个棋，那他还是得这手棋打出来。对，那要是这样，还不如直接尖呢。刚才这样的目数上，嗯，那错了，跳了，对，跳这个型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尖贴，这个还是要贴是吧？嗯，我正在想呢，是不是需要贴？为什么要贴？这个贴要不要紧？要不要紧？敢不敢脱先？哎，对，敢不敢这一类的？那一带也很大。比如这个，哎，对，是。比如说这个，这个还没走呢吧？走了，这个都走过，没有走。没走，没走。没有走的话，敢不敢这个？这个也不敢随意啊，这个不敢随意的，这个是。这个我这个摆的有点很激烈了，可能很激烈。这个吧，这个，这个是比较温和一点。嗯。这个可，这个好大，很大。这个黑棋来得及要杀我吗？贴或者飞，来得及吗？来不来得及？敢不敢他就是不是只能来攻击了？要不然这边的损失，得找一个场合。这个好像是挺大，很想走，很想走的，手很想往上走的这个棋。嗯，他呢，他没走，看他实战啊。柯洁走这个。咱们判断一下啊，比较稳，稳当，稳当什么？说明一个是，一个是，也许形势感觉还行，嗯，或者他找一下平衡，他觉得这么走把这个稳住之后啊，应该是满意。对，这面呢，这面啊，如果他已经走了，他虎的这个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大，哦、黑棋。虎这么补是吧？嗯，对，这么补。他这个补也是要求效率很高，他不仅补自己段，其实还是想要对白棋这两个子间接的，是不是有点对间接的制约？对。但是制约得了吗？这离得这么远，我们看看看实战啊。实战就这么下的。实战，白棋立一个，立一个，嗯，对，它上面是先手，是吧？立一个。然后黑棋不利的话被扳粘。哎，我怎么觉得这个棋很奇怪啊？它是走什么？它是走的这个？哎，哎，这个棋不敢。这个不敢。他不敢是吧？不，如果你走这个，我走这个。那我得断掉吧？嗯，断掉，对。不敢。嗯，这个杀气是吧？杀气有点辛苦。感觉好像你要给我脚上杀气有点辛苦。一个脚上杀气，然后这一串是不是？嗯，那个先不管，先说脚上就行。嗯嗯，脚上怎么杀？冲一个，知道吗？不，那冲你要走也是走单走这个。单走这个，我搬你。哎，那不行，那只能单管。只能管这个，对，走这个。嗯，哎，这样，你这样，是吧？是。哎，走这个是吧？这样。就是这样杀气，杀气呢？黑棋也没把握，没有把握，黑棋没把握。嗯嗯，因为什么？这个棋不好，他粘这个先手，这一夹就死了。然后这贴着气也行，都可以。这个不能下，不能下。那就相信他吧，因为黑棋他既然没有挡，嗯，他如果挡成立的话，一定会挡下来，先手挡。先手谁不挡？肯定挡。所以相信他的选择，他这个下法。嗯，这个对不敢挡，对不挡，所以现在白棋马上管。哎、对你有了这个再挡那就行了。对，马上管。我怎么觉得这个下的很有意思？他们哎下的，对，走这里，再走这个，这里、嗯、就是把这个子就让你不能盲动。如果你盲动，我就给这挖断了，这个就不对了。这个不能冲。是哎，对，他反正是这个形状很有意思。尖在这个地方，都一口气都没有紧住。嗯、那将来这个子还是有活力啊。那个就小意思了，你顶顶那个都小意思了。嗯，那你说怎么走呢？就是没吃掉，其实实际上还是能搬回来。那个小意思，小意思，不重要了、这个、是吧？那已经不重要了。嗯，那个不重要，你主要走这个，他再来挤这个，对对对。那个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是啊。嗯，还是能挤断。好的，好，我们看实战。好，现在看实战。嗯，然后呢？看白棋，白棋，
点一个，刺一个，牵手。哦，刺着了。刺着之后，刺着之后，我看看现在然后是飞，稳当啊。飞就是说这个给白棋了，先手便宜一下，给了给了他，那确实是他都花了这么多手棋了，这个时候给了，那么就在中央补一下。哎，是这样吗？这样白棋好吗？哎，他可能柯洁这么判断，好像他觉得控还满意。这样子是不是还是反正大家都是每人都是小块儿细棋，细棋吗？你觉得细棋？我觉得应该是细棋，因为大家你看都是小块啊，刘郎。我感觉应该是一个细棋。哦，是这么想的啊，这个像让我有点稍微不感觉不一样。这个地方，如果这么格局，我就觉得这么吃了也可以啊，让收拾官这个收官了，那就对。是吧？收官，这肯定是要收官了。这个收官，那就是天母他觉得有点问题。刘老师觉得这个时候尝一个也可以满意，是吧？普通，尝一个呢，非常普通的下法。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这样行了就可以了。需要判断。对。如果你觉得形势好，对，或者形势还早，就可以选择尝。对。我们看朴廷桓，他显然觉得不太肯尝，不太肯。他是点在这儿，这个就是这个比较狠，这个狠。那他是让你去补这个段，你要是能交换一手，你要是要就说如果补段回来，你怎么他再走，让你补起难受。你要补这个，那就我已经粘上，就那个就省了，我直接这样了。那我这个子的效率高，一般也没有了。他这个狠，他要求最高的效率。对。他不是不补，他是要最高效率的补。那我们看柯洁的下法，柯洁是顶一个，还是要求搬？啊，还是要求搬。哇，那个朴廷桓长这个，这边是瞄着个冲断。他如果长这个，还怕这个搬起来，对，觉得也不好。对，所以干脆长在这里，非常狠。是要冲断的，要冲断。对。但现在你要补的话，如果再次的补，那也不好，是吧？所以柯洁是直接把这个子就搬出来了。搬出来了，我觉得如果成功搬出来的话，这个很大呀，很大很大，非常大呀。那除非这个黑棋有特别的杀手锏，觉得冲断能够击溃白棋，对，那行。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看黑棋的了。所以我就说，刘老师，一盘棋啊，往往就是决定胜负，就是那么几个时刻，像类似这个时候，是吧？对，他一尝，看你敢不敢搬。现在就已经下成这样，我们看看实战啊，这个地方变化很多，关键的时刻。冲断合适吗？这样他冲断现在不对，紧着气呢，他是从这个缝里走的，他打吃这个。对，他先打吃。打吃这个，这是先手，粘上这个必须得粘。然后哇一个，对，他黑这么断。如果这么断的话，有点太勉强了，是吧？这么断被他一打，是吧？自己气，这个气不对劲儿，气不对劲，不对劲儿，能不能活也？不是，你不能这么，这个太难看了，太难看了，不能这样断。这个叫什么断法？这个没有这样断的，不是高手的风范了。这叫棋吗？这个不对了，这不对了，这一打就完了，粘上。这一冲着，那还怎么看呢？这就完了，这就不行了，立马起立了，不行。不，他这个，我感觉朴廷桓有点过分了。这是有点过分了，是吧？我怎么觉得感觉这个形不对呀、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尝一个吧？他这个硬来行吗？这个，我但是不知道，看看啊，再往下看。对，哇是必须的，然后打吃粘上，这个是必然的了。啊，粘上，再冲断，硬来了，这个断差不多，这个断呢能断的，行了。这么断呢，先说黑棋这个是还是比较稳的，多了一个眼。不，他这个基本上没问题，应该没问题。这个你冲他就哇，他的死活不是问题。对。然后呢，看白棋，这个地方是有个断，
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这个是如何是好？那这三个，反正三个字是。当然，现在是白棋下，白棋关键是要搬这个头。他是搬了。搬这个头。一定要搬。搬这个头，这个就复杂，特别复杂了。复杂，很复杂。复杂了。如果你说你往哪个地方走，我看他实战，实战已经落子了，已经落子了，他是飞在这里，飞在这里。好，我们现在已经跟上他进程同步啊，同步。现在特别复杂的一个对杀，我们现在就是实时的画面啊，看到现在柯洁九段也在思考当中。这个活应该是不是问题？这个活我补一手活是没问题。现在是比较白热化的一个时刻，补活当然是我最笨的话，我最笨最笨的，我就这个也是活的，对不对？但是我这个棋是不是要那么补？对，活是能活，就看怎么一个活，是吧？对，活法有很多种。这个像是一个形状。但是呢，肯不肯走？敢不敢？要不要？现在刘老，现在柯洁呢？柯洁九段也是在思考当中。思考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呢，也稍作休息啊。好，我们一会儿回来。好的，待会儿见。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啊，刘老，我们刚才说到中府啊，现在是白棋呢需要做活是吧？但是怎么一个活法？现在白棋活法啊，它有多种啊，有多种，多种，对，活是没问题的。但是最土的是这个可能不愿意，这个呢是出击，这个是会不会有点过分？过分，对，这个对这个分寸怎么来拿捏一下？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要相信他本人的对局者，对，相信对局者，因为他们都比我们俩高，我觉得。对局者，因为他们算得更深远，比我们强。我们这个主要是站着说，肯定不如人家坐着下的。他的实战，我觉得是相信的。柯洁是顶的，顶了解活了，就活了。为什么这个顶好？你首先呢，你不能挡，你敢挡吗？闷死了，闷死了，是吧？一打闷死了，这不能挡，所以呢，你呢走什么呢？你不能挡，不能挡怎么办？而且不能挡，我这个爬先手是吧？这个冲先手，你的顶没活，对，他现在先冲了一手，冲掉了，这是他的冲掉了。对，先冲这个也是，不知道是打将还是什么。对，反正先冲，如果这个先手，对，你说补这个，实际上他这个还先手，我一拐出去，对呀、还先手，你看。他这个很难过，你这个很难过，黑棋气也是很紧的。对，所以呢，他在这儿先断了一个，为了什么呢？这吃了就活了，活了，已经活了。对，这样子你虽然有一打是吧？我打不怕，打一皮，这三个不是不要，不是棋筋，不重要。对，不是棋筋了，不重要。对，他现在交换之后，他断的好，用意是。让你这三步吃不了了。你如果现在可以挡了，现在就可以挡了。现在因为什么呢？你打他能跑了。这有一交换再打，他可以粘，带响的。对，这个他可以跑了。对，这时候可以粘了。对，所以这两个要交换一下。这也是一个好次序啊。但是这个棋啊，他就自己先提一颗子，这样子做活。对，这样做活。这个棋啊，实际上就活了，这肯定活了。你那白棋也要补啊，补这个是正手。你如果走这个的话，并不好。他就算挡上你也不好，所以走这个。对的。黑棋这两不要交换，交换没啥意思。你再走它有断，对，单走这个啊。对，白棋先手活。对，先手。现在转了一圈呢，转了一圈。黑棋从这里进攻，辛辛苦苦把它冲断了，但是呢，冲断完了之后，这个地方它活了。你只是得这一点空没意思，关键是啊，这个白棋啊，通过加强啊，它如果能够活出来的话，很有可能落空。黑棋落空，落空了。我们说叫两活无断，是吧？对，没必要。两块活棋走的过分了，有可能过分，对，效率就不高了，有过分之举。
这个棋，我觉得啊，这方白棋呢，它能活，黑棋这个嫖子环，这个落空的感觉是比较明显。是，我们现在就看白棋怎么制孤这一片。把这个拽出来了。对，哇，刚才啊这一调，当时刘老师说黑棋如果简单一长，这一片目数也是也不少，是吧？对。现在这一虎是先手吧？这个冲过来受不了，他得粘，是吧？我看他实战是粘的。这个棋有可能是对，这个得补。这个棋就像刚才说，这个地方有棋啊，有棋，他就算搬一搬，是有棋的。马上搬。如果断，对，如果断，好，断在这儿。他说我走一个俗的，这样走你也没活了。啊、哦，吃你粘上，等于是冲之前先铺是吧？对，粘上。再我这个，哦，我还想再冲，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冲，冲都不用冲，不用冲了，直接这直接叫杀了。我、哦、这怎么大龙被吃了？对了，这不行，这不可以，是吧？这就死掉了，这太惨了。对，是这地方有棋的，有棋的都紧着气呢。那不行，这个必须得补。补。那等于是黑棋是先手，白棋先手虎。白棋先手很爽啊。这很爽啊。先手破空。因为你这个地方这都有眼呢、啊。你看这个点也是点的时机很好，先手爽，你这个本来你长啊，本来我说这个地方补一个长让他走一个，这都是空。现在不同，现在他先手能虎在这儿，然后他打他不往前补，活在下面了，他活在这儿了吧？是。那这个落空，这个白棋落空了。但你现在这个白棋有风险吗？最狠的是这种了。对，刘老师，这块棋好攻吗？不是，他要这一块，这还这啊，这儿还有问题呢。白黑棋也要小心。哎，这儿有问题了，这主要黑棋没有那么厚。这个出问题了，这儿对，有点有进，是不是？他得补这个了，他得自补一手，对，自补，他得自补，自补一个，然后白棋是先手，在这个地方走一个，虎一个先手，先虎，收个官是吧？为什么不爬一个啊？这个是先手不走，我一粘你下面都死了，都死了，对。哎，但是黑棋有没有可能不管了，先来猛攻这边？要是能哦，那个太大。这个粘上都死了，这个太大了。你觉得这个都吃了，然后你把我这个全吃了。对，这样行不行？哦，好像不太容易。白棋黑棋还是没有，对，没有率先出手先提了。那都这个。那这两个交换，黑白棋是不是又得分了？便宜一点。那是应该是他的，这个算他的。算就是白棋的权利。白棋的权利，对。这个。他又自己加了一手。跳这样的话，我怎么觉得这个棋就是如果活得很顺畅的话，这个黑棋有点困难，得用点招数才行了，得有点好像要有点手段才行。对，就是看这块怎么进攻，除非来点急招了，比如说这种了，看能不能行。对，要是非常平稳的普普通通的定型，好像不对劲，可能黑棋是，你这个地方的损失就对，要找地方弥补回来，可能得走点什么，很。那对于我们来说是好消息啊，说明现在白棋形势不错。得走点狠的招数，可能比如说我这个是先手是吧？这个往这边走在这一带。现在黑棋还在考虑，对，朴廷桓还在考虑。我们现在看到，这现在都是实时的画面，实时画面。对，这就朴廷桓在考虑。我们跟他们现在是同步，现在朴廷桓正在想这个139手走在哪儿？走在哪儿？现在呢，实际上这个从目的角度，如果正常收官的话，应该白棋目数是不差的，应该不差。就
哎，我不知道现在是他们两位棋手谁读秒了，因为从时间来看肯定有一个人读了，是吧？每方一小时，现在已经开赛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嗯，对，已经在，要么就两个人都读了，对，是，哦，哎，好，他是，好像像收官的感觉啊，这样，对，在这儿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他对这里也先刺掉，刺，这个都非常朴实了，嗯，这是先手走掉，这都是先手，这是你黑棋的权利，对，对，就粘住，粘牢。不是这个吗？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啊！哎，对呀，这样的话是不是眼位更好一点啊？怕什么？我总觉得这块儿有点问题。要是一做活就放心了。嗯，没活之前还是有点担心。这个有点问题吗？还怕这种？不知道，这种害怕吗？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也害怕，也怕，也怕。那你怕的话，再怕的话，你可以这样，煎一个，总可以吧？然后这应该保险了吧？再活，这个保险了吧？对，上面要是走到这个舍不得走这两，但实战他我们看实战啊，走粘上，粘上，嗯，然后这个这一档，很大很大，这是先手吧？不走这一扳粘，哎，有先手味道，对，扳粘是先手，啊，嗯，是有点先手味道，先手扳粘是先手的感觉，嗯，啊，挡不是挡不一定先手，不是绝对先手，但是黑棋下接下来这一带就很多先手了，哎，对对，这个扳了，这个虎是先手，哎，对对，有那种，他如果这边虎是先手，那下面黑白棋就没有眼位了，嗯嗯，现在如果白棋这样，白棋还得补，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对，中府还是要把自己加强一下。嗯，这样怎么样？现在面临着大，这个是在保险的期间，还有一个大的是这个，这是可以考虑的一步。啊，收在这里啊？对，您中府不用，就是，不担心吗？就害怕哈，害怕是吧？是不是还是稳健一点补一手吧？稳的话是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考虑补一手？这个下面呢就，哎。这个棋是细棋吗？这个都在。如果正常进行，我们应该是白棋不错。我觉得是中间活得比较漂亮的话啊。对对。是，现在这个关键，目前的关键就是中府。中府怎么定型？怎么定型？对。我是刚开始这个啊，现在这个，如果你要走这个的话，担心中间的眼位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说，他走在这儿，这个眼位有点问题，这个地方好像没眼。对，好像没眼。这个是先手，如果先手的话，下面没有眼了吧？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搬在这里。哦，抢了，抢了，抢了！哎，我们看实战啊，他果然是啊，我看和您招一样，靠在上面。哦，靠这个了。靠这个啊，然后白黑棋跳，哦哦，跳在这儿，黑棋跳这里。哦。然后这个时候白棋抢。哦，这个大，这个大。哎，这两个交换。不，我这个不小，好像这个是是是，这个强。但是为什么黑棋会在这里走一个呢？他可能怕这个吧。哦，这儿多了一个靠，哎，多一靠，你这个没有断，能先手点，然后你这它能走成这样，嗯，这样，这样，搜刮，哎，对，嗯，对，他黑棋也是，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是判断呢，官子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关键了，就或者说是胜负处了，胜负处了，胜负处了，嗯。这个如果这个棋不反击，或者只是如果这样，或者只是这样，嗯，这个贴起来，对，好像是这个也拿不住的话，应该说白棋的控还可以，嗯，是吧？现在柯洁在想，不是现在那个朴廷桓在想了。现在来看，这个先手挤是
最后他走的这个不错，嗯，要不然如果没这个没有这个交换，黑棋一断，对，官子还不小呢。对对对，这个时机很好。现在压一个，压顶一个，很沉着啊，很沉着。今天白棋发挥还是，柯洁九段发挥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是的，好像中间也想不出什么招。上面这个捞一补也是很挺狠的。现在等于他都两个都走着，这面也走着了，这也走着了。对，中间呢，这个、如果都补着的话，就看现在中间有没有、给黑棋也是。出了难题，对，黑棋呢？现在黑棋有没有？他是要是硬杀他呢，成功率概率很低。嗯，如果不杀他呢，然后直接收官呢，又有所不肯。对，那么怎么办？他在考虑中。嗯，如果只是收官的话，顺势他在中间活得很痛快，那么就拼目了。他所以呢，他现在在思考当中。对，嗯，好像目。目不够，就是正常收官的。正常收官，目不够，嗯，这个贴目根本没有戏。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关键的焦点还是中府。中府，嗯，就看看黑棋有什么手段。这个呢，就不一样了。他多一个这，这个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一带有没有什么先手白棋？粘一个是不是有点先手意味？粘一个是先手，粘一个是先手，是吧？对。如果这个粘本身是个就是先手，这个有个袜，这一袜这三颗子起筋就没了。对，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很强，还是挺厚的。哎，你要杀它还不容易。嗯、这个是朴廷桓九段要这里要好好的动动脑筋了。对，嗯，是。如果没有好办法，他很沉着。对，为什么呢？这个我记得朴廷桓和柯洁有一盘印象深刻的棋，贺岁杯啊，还是啊不，还是在韩啊，在日本有一个比赛，到最后了，柯洁打了个巨勺，打了个巨勺，是对，本来赢定了的棋啊，所以呢，这个朴廷桓也是他的冷静也是有道理。他到最后科技，这是快棋，尤其快棋啊。那肯定了，朴廷桓这个作为很长时间的。现在虽然说是控白棋，是我们这么算哈，是不错，白棋不错，哎，但是呢，现在他在想这个后面的局势啊，想招了，他是来了，跳了，他跳在中间。如果只是这个比较普通啊，眼位啊，嗯、好像。没有什么，他就靠一个，对，然后袜粘，袜粘，哎、嗯，那这个就对，那就活透了，活透了，对，这样的白棋是不是也放心了？白棋也放心了，粘住，粘住算是形状了。这里边基本上顶，你说顶，这个黑棋顶一个双一个啊，对，如果双一个，哎，双一个它的眼位。想挡一个，想要挡，因为挡完下一手这一虎，嗯，是吧？你如果破眼，我是能不能跳下去？能跳下去，应该也是活了，活了，活是活了。如果您冲，如果黑棋冲，冲这个那更活了，更活了，就是顶住就可以了，顶住也活了，这活了，啊，他就是下面还有一个眼。有吗？有，下面有眼，这个不是尖先手。对对对对对，尖是不是绝对先手？你大概是这样，嗯，是吧？这个尖这个是吧？对，尖这个呢，你这个最狠的是这里有个夹在里面的有一个，有个手段夹在这里，最狠的是这里面是一个万年劫、是吧？对对对对对，这里面不是绝对先手。你所谓万年劫是这样，嗯，这样。他大概这样，你说是万年劫是这样吧？对，我就立是立在这立。这个白棋很讨厌，他万年劫反正很讨厌。但是白棋杀白棋也不容易，他要最
白棋最狠的话，他可以打在这里，或者走这个，对，走在这里，可以走在这里。现在这个都没有走，嗯，我们在静观他们后面的这个变化。对，如果收官，那么我看朴廷桓也很冷静啊。如果你再冷静，把这个吃掉，那么也就基本上是收兵了。收兵了。嗯、那么白棋也简单瞪俩眼，也不用着急你来吃我了，也不怕了。朴廷桓很冷静。不过朴廷桓啊，这几局棋我看他一直在，我们一直在直播啊，看他这几局棋、嗯，他都是一直保持着很冷静的心态，然后都是对手啊，啊说实话都是对手。对手送上来了。有点那个感觉。哦他前半盘、嗯、就这几盘棋前半盘没有说取得很明显的优势，都是在中后盘对手怎么突然某一步棋没下好、嗯、对这个，但他下得很冷静，而且呢很清晰，头脑很清晰，没有犯错。不过不容易，他一路走来啊，他能赢这么多人也真的是不容易。嗯，朴廷桓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相当的英勇了。在他之前，嗯，对，在他之前，主将位连胜的最有名的就是李昌镐九段了。嗯，是双的这个啊，然后挡住，哎，把这个也冲了，朴廷桓也冲了，都在考虑这个劫菜也都不要了，在考虑粘上，然后这个眼呢？你总不至于点我这个吧？敢不敢点进来？哎，这不合适吧？这个要点进来也是不合适，不合适，很刺激。我这儿有这个，这个现在不合适。这不合适。有没有这个棋啊？我不合适，这个有点太勉强。这个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过分过分。但我就是要吃呢。就是要吃。哎呀，这个不吃不够了，问题是？你就非吃我不可是吧？好。那我就算尝一个，嗯，就能联络吗？好，那我走这个。我已经看到了这个不舒服了，没有什么好结果。你我要搬到一段，这个这气太紧了，就难受。对，他没有这么想，他是跳的啊，那就不是吃棋了。你这个不是吃棋，有点不好意思吧？对，现在，那你，再不走就得补了吧？黑棋、白棋要补一手了。白棋啊，白棋看怎么补。白棋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也在下边啊？有点让你不舒服。一边做活一边收控。嗯，补到下面也可以、啊。对，看看白棋现在是怎么一个补法，或者这个先翻一下，先手。白棋就是说笨一点就压一个。压一个，哎，马眼，可以不可以？压在这里，压一个也是活棋吧？嗯，活棋啊，你要长我就活了。还是我点呢？哦，这是都比较狠的，你这个下法比较狠。我现在就要想这个最极端的下法。极端的啊！如果最极端的都不怕，那就放心了。我离家也比较近了，就比较近了啊！嗯、我这样的话吃还是长长吧。家还是比较近了吧，顶，这都比较狠，这个比较狠，跳，你要硬来我，要硬来，嘿，他们两个下的跟我们摆的是一样的，一样的，哎，你看真是哎，嘿，真狠、嗯，真狠，因为可能我觉得黑棋啊，它不狠，它不够啊，之前我们摆啊，他们都摆的别的仓头都没有如愿，这个倒是跟我们一样了。之前跟我们这个，我说实话，朴廷桓一点，我有点担心啊。担心谁呀、啊？肯定担心我们啊，白棋。不担心吗？这个、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死活是不用担心。这个这么长，如果都被吃了，那还了得？没有，死活是不是问题？就是他想占个便宜，有可能是这样。如果说刘老、哎，如果他走这个、哎，他就把这个子吃下来，对，占点便宜，对。这个形式怎么样？他可能就是这样，他就是想这样，他就看你给还是不给。那得给。
我觉得这种别这个还敢粘啊，这有点，这被人挡回去。我搬这个你也难受。搬这个，我哦，顶吃先手，有可能是顶吃先手，是有可能，对。我这样。这样，嗯，这样，嗯，好，这只能冲，嗯，这我一打吃，粘住，一爬，下面是，对，下面是转换了吗？要小心。哎，这样转换怎么样？哎，我们看这个不合适，这个黑的不合适，不能这样走。哎，我们看这个啊，实战，我们看实战，这样都没有，嗯。当点的时候啊，他下了一个，啊不是啊，没有，下了个妙的、哦、妙的，哎呦，这个地方，因为这一冲他会退，是吧？对，走在这里，这是腾挪手段的一个巧手，这样呢，就是说你是长的。对，然后我再这个地方冲，哎，好奇。如果这个没有，如果你大概吃这个，吃的话，我这个扳是先手吧？扳先手，这个扳先手，扳先手。我还要不要先冲？不，就扳一个，挺好。这个你总不至于吃我了吧？这个也太过分了。对，粘我，比如粘上，粘也可以粘这个。对。但这个，然后这个，他这个，这你先手，这是回家的路非常清晰，非常清晰，嗯，对，这个回家的路很清晰，对，这个一步就到家了。嗯、这个我觉得可以下科技下的，哎，实战就这么走的，很漂亮，这个、漂亮，好棋，可以，精彩，很好，嗯，放心了，也不要看，现在局面慢慢来。放心了，这个回家是没问题了。回家现在没问题了，是不是就涉及一个收控的问题了，刘老？因为黑棋这两手棋吧，毕竟割断了一个子，是吧？对，是个控的问题，看控了。嗯嗯，控应该相信白棋还是收，如果贴目的话还是可以的。对，嗯。哎呀，这个主将大战，这个前面。这届农心杯真是很刺激啊，这个进程。对。前面我们杨鼎新七连胜。嗯。最后我们还剩四员大将。对。当时大家想这四打一哈、啊、应该怎么着都能赢啊。这个擂台赛啊，它不说人数的问题。不是按人数来的。也不是那样。对。有的时候人数多也不见他的气势上来啊，未见得。这个所以他这个变化他的所以魅力也在这里。哎，他的变化很多。对对对。哎，不是说有时候你想象的那个。是。哎、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很有意思。哎。这个、没想到这一步一步就发展到了主将对决。这个棋现在他就是吃，已经我认为是不可能了。对，这应该不能吃。嗯、对，不可能，就收官的棋局了。这个显然只要先拉到收官，哎，就好办。哎呦，这个刘老，您看他现在还哦，乘胜追击吗？乘胜追击，这个有点狠，他认为厉害。他认为啊，我已经活了，为什么呢？你如果点这个，我这一扳，这儿要长，嗯，夹在就看得见了，这不是回家了吗？对，这一手棋就回家了，对吧？这个就算没眼啊，也是没有问题，是吧？哎，这都没问题。那么我看看，那他有没有别的办法？啊，你别的办法可以想，比如说，比如说，好像不，他就这眼儿就瞪着呢。这瞪我不是可以冲吗？啊、不，你得紧着气啊！我就看我这是怎么，因为要防这个粘着先手，啊、粘他一个作业、啊，我看我能不能不合适，现在不行，直接被否了 啊！我虎一个，我走这个，这个好像太
这不行，这人家一虎就回家了，好像、啊、断不了。对，我就走这个。太难看了，这太难看了。要粘我再分段有没有？不可以，不可以，是吧？不是，现在他这个自身还在必须要走这门。关键对，主要是他自己还有点问题。对，对他不仅仅是官子，嗯，还瞄着你的一个弱点。这可以冲，可以冲，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我呀，现在就在想，嗯，就是替黑棋啊想这个最狠的下法。如果最狠的下法，白棋都这个高枕无忧的话，那我们就踏实了。已经走成这样，嗯。这柯洁的棋真的是很犀利啊！就是本来可以一步棋回家了，他还要再便宜你一下，不给你什么机会，不给对手机会。够狠。够狠，对。嗯。这个优势的时候也不手软。咱们前几盘棋确实有这个问题，优势的时候啊，容易管那么一两步。有必要这样下吗？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就是收官就可以。对。现在就这个收官棋了，变化也不多了。就是安全的正常收官。是最要紧的，现在黑棋啊，如果是冲这个，是吧？冲这个加一个的话，这个就有点不舒服了。什么？你的卖这个给他卖活了。对。所以现在黑棋在考虑是不是打将了？没有打将，也没地方打将。没有，在考虑。在考虑读秒应该。可能啊，因为读秒应该用的是韩国方的软件，所以我们这边的网站呢，都是把这个棋谱是要搬过来的。哦，我们只是搬运工，棋谱搬运工，所以可能这个传输的时候有点慢。哎，可能不见得是和它完全是，不是跟棋手落子是完全一致，时间完全一致。啊，他还是卖掉了。他是卖了这个了，这个卖掉，卖掉白棋也放心了，这个倒白棋放心了，要放心了。嗯。然后还是冲一个这个，然后呢，白棋搬这个，白棋就完全当先手做活了。对，他是怎么个？他是说啊，我这下面有个眼已经明确了，那就是说，我有了这个搬呢，你这个是后手了，可以吗？这个是个后手了，这是后手，是后手。如果这个是后手的话，这个也是后手，这个也是后手。就算这个先手，但这下面是有眼，有眼。这一飞是，是啊，虎这个是吧？怎么做眼？怎么做眼？是不是倒虎就可以了？有这个挤吗？哎，这个棋好像冲的，对。看来还不见得行，还不见得行。这个力啊，不能让他先手。对，力还不能让他先手。哎呀，这个棋，柯洁是搬的这个啊。对。这个时候还中间是活了，还敢搬哈？中间真的活了吗？你要吃我的话，要吃我这一块吗？对。如何来吃？如何吃？就是看下面有没有眼，下面有一只眼那就不用想了，那肯定是，那就活透了。你如果最狠的啊，最狠的，就是来这个，把我这个提掉。是。回家我再间断。对，这个。最狠的是这个。这样子，这边只有一只眼啊。一只眼。那么下面再有我，这个总可以那个有个眼吧，这个是最简单的了，是不是？把飞我这么俗的总可以吧，是不是？可以啊，可以。我给你最实在不行，咱们最俗的，我这个总可以吧？这肯定活了，这铁活。啊，这铁活了。是吧？这他看得很清楚了。你走这个来吃我，我就哎行，他已经亮招了，他是飞着活的，
啊，飞着火的，它是飞一个啊，也不用我们动脑筋了，飞着。它现在是这样子，刘老，它是白棋是尖啊，尖尖一样，尖一样，也是、啊、对对，你这也是飞不去了，它是飞。飞的活，飞的活的话，要不要？关键是要不要卖这个？如果能够不卖这个，最好。不，飞的活，它这样呢？几个？没用啊？有用吧？就挤呢？挤这个啊？挤这个，您冲是吧？这样我一，哦，这他冲一个，您是不是先 冲？对，您先冲，您先冲一个。他先冲这个，先这样看这个啊。他先冲这个，对。嗯、看这个，怎么感觉？嗯，没活透。对，怎么感觉？就是有点像担心的事情，就是始终在担心中间的这个大龙。活应该是活了，活是能活，就是能不能不影响上面的活、不影响上面的活，不影响脚，你脚上如果出现个打结，那你不是得不偿失吗？那当然是，是是是是，最俗的就是这个，对，这个最俗是这个，对，嗯，如果是靠这么活，那当初干嘛要搬这个呀？何必呢？抢这个干嘛？不，它有官子，官子有官子。有关子，但是这样的话，它这个脚上小飞一个、里面是什么情况？哪个脚飞？就是这个脚，脚上小飞啊，嗯，小飞我挡住，是活的是吧？嗯嗯，嘿，这个也有点问题啊，他只能卖这个，卖这个，不能卖吧？不卖这个，得卖。卖我吃。哦，不行，这个不对呀、啊。还得靠。这不对，这个立先手。是啊。这不行的。哎。这个死活怎么那么让看的有点眼花？这个啊。很是担心。不对呀、啊。哎，现在是啊、哦，现在他没事儿，现在没事儿、啊，他立，他是。他走这个，对，没事，对对对对对，那个不能啊，放心了，放心吗？放心了，我觉得那这个他在这脚上没问题了呀。这个先手，这个本来是先手，对，对对对，这个本来是先手，啊、他现在他虎、啊，我不脚上不用补了吧？啊啊啊！脚上不用补，我这个能做活吗？看柯洁是搬了一手，搬一手，嗯，如果能。挤能是个先手，挤的话不行，被他单挤不行，单挤不行，对，直接挤不行，他得消换一下，他先走这个，先走这个，好，先走这个，他如果他再不敢断，哎，敢不敢断？如果断，如果断，他搬搬搬搬搬搬搬一个，你不能断吧？为什么不能断？你这个也不合适，为什么不能断？断啊，断，对对，不能断，是不能断，是吧？只能吃吃，那我这个看见吗？这儿有个这个啊，厉害，这个就完了，厉害厉害，是吧？嗯，哎，这一般的白棋，白黑棋不好办了，不，这里面有棋啊，有棋，那它只能这个，它只能这个，这个的话，那我一粘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它走这个，我那我活了，这个我有一个、我会了，对，这个会了哈，这个会了，哦，这个。踏实了，不是这个黑棋有点麻烦是吧？黑棋那是这个虎会不会是本来立着先手？对对对，立先手。但如果立着先手，他干嘛虎在这儿啊？等于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往这儿走一个不是？他可以。你至少飞这个，飞这个，飞这个，飞这个厉害，飞在这儿，是不是？除非立不是先手。不立他挡他飞在这儿。这里有个计算的问题。飞在这儿的话，是不是还有变数？哎，这个有变数。哎，已经，刘老就是这么进行的，哎、就是搬了挤。哦，挤了。对，走这个，他走这个。对，然后这个先胡。嗯。对吧？这个你看，你分不分段？这儿有一个这个是吧？这个没得变吧？这没得变，这有这没问题，没问题。
没有变。那黑棋刚啊活了，那就这个刚才有一个这个棋，还有一个这个。如果立先手，这一飞至我怎么觉得是不对劲儿？飞里面是这样，是个打劫的感觉，是吗？没有进活呀，是个有一个是不是这个棋有点是啊是，好像是个打劫啊。那如果立的先手的话，那他这儿有个飞呀、啊，这有个飞。对，不是你现在是这样的棋啊，你得靠这个卖一下。卖一下，那活了。哦，但是里面是个打劫，哎，这里没有跌，没有了。那你这个也没有了，这个不行，反而活还是活的。还是算得很清楚啊。虎在这儿啊，活了。算得很清楚。哎，搬了一个，挡了一个。嗯啊，收官，收官，收官，很快，我们跟上他们。嗯，打吃，收官了。打吃，对，粘上，对，这个是不要挡住了。对，嗯，柯洁还是这个算的比较清，很清楚，清楚啊，很清楚。现在黑棋应该这个不小，挡住是应该既定方针吧？挡住应该大，这个是最大的了吧？上面也大，上面也大。上边如果长一个，他我估计啊，可能是直接还会这样。嗯，这个搬起来，搬起来的话，他可以这样出。嗯，提他把这个把这三个子吃掉，对对、嗯，皆不归。哎，大概会这样。对，他活掉算了。哎呀，这个中间的大龙终于这次是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还是看清楚了，那就行了。之前一直在担心。哎、嗯。啊，现在就这，现在是进入官子阶段，这个双方都没有死活的问题了。嗯。现在纯收官。对。纯收官，收官的话。是不是也胜负没那么？其实我感觉还是细棋，刘老细棋中间还是很大。嗯嗯，这个棋挡住了、哦，挡住了。对，现在中间这个木也不小，相当大。因为它这个攻击的过程中，嗯，还是占到了一点便宜啊。是，一二三四五六，还是围吃住了不少。它很顽强，一直是保持这个棋局啊。没有拉开，对对对，直还在帮着。这个是，看来朴廷桓九段这个韧性很强、啊。韧性很强，他有这个耐力。对，耐力很好。打吃，这都是打将的那种感觉啊。粘之前打吃。有时候面对一个特别有韧性的对手啊，你老是。一竿子打不死，其实也挺着急的，是吧？对，看看你的耐心。有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一些，容易急躁的心情。不，这盘棋因为也快已经接近尾声了，嗯，我们就看看他们的收官的情况。好，收官的情况。这个是打吃先手。打吃掉，对，打吃应该要粘，是吧？这一题太大了。必须要粘。哎呀，我现在看柯洁九段，你看柯洁九段虽然看起来表情比较多，但是通过央视的那次这个心率测定，我们知道了，你看他表情多呀，但他心情都很平静，心率很稳。是啊，是啊。所以今天这场主将对决啊，一方面是棋艺的比拼，同时也是一场心理战，我觉得。对。就是大家这个比心理，谁更稳，谁有颗大心脏。下面还有，主要是上边的这个定型还没有，对对对，还没有最后落子，是一个未知。上面也是一个未知的，下面最狠的，他可能啊，最狠的就往里跳，给你打劫。但是呢，这个棋可能粘住，嗯，不容易。他是走的这个，哎，对，粘上，把这个粘回来，哎。
这个柯洁就搬进来了。搬。嗯，他也没有走那个票。票不是兼不先手吗？兼啊。他是我搬砖是先手。搬砖先手，对。是不是？啊，是先手。他有可能就搬砖了，是吧？也有可能。是不是？他反正他不肯，反正他不肯让单光联络吧。直接跳一个，那他这个刺不是让他走上了？他搬砖的话，他有可能就尖在上面，他就是我如果尖的话，你如果搬砖，我有可能就坐在这里，不会补在脚上。嗯，我以为是要尖的，他走在这里，那黑棋要点呢？这个冲打吃也很那个什么？也大是吧？哎、这个搬这是白棋的权利，那个没关系，那没事儿，那个、小小问题。看来柯洁已经哎盘算好了。嗯。戏棋局面、现在就看最后的官子的收速。现在是戏棋局面吗？是控的话，我们因为在这个数啊，可能啊把这个走了啊，这个黑的这个走掉。嗯。差多少是怎么个呀？几目？现在是贴六目半的，对，贴六目半的。现在这个网站上显示的胜率呢，是按七目半的胜率算。这个就差一目棋，不一样，对，要有这个，对，有一些偏差啊。这个是记得是贴六目半。对，如果最后是一个半目胜负的话，这个现在不应该是半目胜负，贴六目半。嗯。这个没走，现在是该黑棋啊。嗯，这盘棋也很好看啊，刘老。黑棋，我就主要这一带啊，非常有研究头，这个地方。对。是一个这关键的地方，当初这个黑棋啊，我看这是第几手？107。嗯。是不是有点冲动了？107、109。点了一个。是吧？对，点了，点完搬粘。哎，我为什么觉得为什么、为什么要粘啊？是为什么不走这个？他是怕这个吗？怕这个？有可能啊？怕这个啊？嗯。他如果冲几？嗯？他是不是就把这个搬粘掉了？不行，这个冲连过来太大。也许是怕这个，怕走在这儿。所以这个现在一路搬粘，现在一路搬粘是被黑棋搬了。搬粘，搬粘好大。搬粘对，搬粘呢，很大，它是搬粘的啊。对，搬，这挡是肯定的。走这个之后呢，这个白棋要怎么可以走在这里？走这个可以这么可以走在这里，对，这里，这个是个眼。我如果铺完一搬，我再补。再补啊、哦。嗯。是否感觉这个如果这样黑棋就直接单补了，那等于像被黑棋先手搬粘了，白棋补了。对对对对对，被黑棋先手搬粘啊，是搬粘就是走成这样啊。嗯，如果这样的话，当初这个跳啊，嗯，是不是要跳啊？这个要不要抢是吧？这官子，这个我这个水平也看不出来。我们看实战，看这个对手的数目了，对数目，嗯，这个因为已经剩下的官子也不是很多了，还是小胜负。小胜负，嗯，这么三手两手，这中间这个目。好，现在网站上给出的胜率，是多少？现在黑棋只有 3.6。 哦，这样啊。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有一目棋的这个偏差考虑进去。是这样。对，他这个决议给的那个，你比如说他是给最后三点几或者零点几，他那个最后只要赢半目，他认为说就百分之百，百分之百是，对，半亩对他来说就百分之百，
对，而且因为它是七木板，快七，所以我们给的这个看这个胜率要参考。哎，对对，参考一下，参考。哎，所以我但是根据胜率，我觉得应该是西棋。哎，后面还有变数嘛？看看啊。黑棋下面还有一个这个劫不小。要么黑棋还有一个大棋走什么呢？这儿这个搬砖他没走。对啊，这个搬也挺大的。这个、搬黑棋，白棋搬到了。我看黑棋走哪了？黑棋走在哪里？黑棋走在，嗯，205顶在这儿。顶了一个，顶这个，嗯，顶这个呢，就是说我下杆了，先手杀你点，不就要把你这个眼破了。哎，这现在白棋还敢脱先啊？就是那打的时候我不理了，对，不理了，打我可以补这个，你提这个，我就把这个打起来。哎、对对对，哦，这个这我觉得要相信他，哎，要抢一个，他这个对，要相信他。柯洁抢一下，嗯，抢一下，这个没走啊，很刺激，呵呵这个。龙心战，龙心杯，本届龙心杯的最后一局主将对局，现在下了将近三个小时了。现在局面呢，还是一个细棋，细棋是吧？嗯，我们根据这个这个胜率，我们参考，觉得现在他是退的，他这个是白棋走着了，白棋走着了，应该是白走着了，白棋要稍好。然后白棋，哎，这个尖了一下。究竟是因为他这个胜率啊，他是一个七木板的胜率，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很谨慎的收官。尖一下就是不是已经啊搬到了，还是搬到了这个眼位就破起来啊，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眼位破起来就已经很累了。对，我一尖呢，对，他现在有尖，要是挡的话是不是已经眼了，已经有眼了，对、哦、如果挤的话那我被我先手爬，那当然，那当然是个尖好棋啊，尖是个好棋，已经火了，官子好手，嗯，带木的，这可能距离拉近了吧，不是拉开了拉开了哦，就已经这是柯洁的，这个是他的招牌动作是吧？他这个思考的时候啊，对对对对，他那个弄他的头发，对，这是思考的时候的一个啊习惯性动作、啊。对对对，他最喜欢玩他的头发。对，哎呀，要像我这样他就没法，刘嫂就没办法了，他想不了棋了，可能的。我看棋手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些小道具啊。习惯是吧？小思考一种考其实思维惯性，对对对，这个习惯。这么他觉得这个动作他已经想的习惯了，他就到那个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对，他可能是下意识无意识的。你现在你下来你问那怎么回事，他就忘了，不会再有这个想法，是，嗯，提劫好，不过后面这个啊，我感觉就是已经啊，对，已经不对了，这个黑棋挡住他在提劫，这有一个，这个劫也很大呀。嗯，劫呢，他先顶这个，这个顶是不是劫财呀？黑棋白棋会不会消劫？拐出来也很大。啊，拐一个可以，拐也很大，拐一个可以，拐一个到下一步，哦，下一步不是劫，这断了不是劫。哎，就把它提了，我看就可以了，是吧？哎，提了就可以。这是提这个还是提这个？提上提上面，嗯，提上面。这劫也不小，嗯，因为现在都是剩下一些小官子了。对，提了就基本上就是到最后就没有什么，就是正常收官了。嗯，马上就很快就数子了。哎，他断一个，那还是要不他这个。再断一个打将一下，数目，哦，判断一下，判断，他现在要判断这个要不要消劫，这实际上是损了一个劫财、嗯、损一个劫财，但这个呢没有找劫财的情况下，他走损一个劫财，他肯定是在数目呢，他
他觉得行的话就开始提了呢。我觉得柯洁是他最后的决断，他就认为该提了，他就对他要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所以他要多争取一分钟，对对对，思考的时间。所以这个下棋的时候时间也很重要啊，时间重要啊。对，有的时候他们你看这盘棋他们两位棋手前面落子还是比较快的，嗯，把时间节约下来放在后面这个中后盘。现在还没落子，嗯嗯，还在考虑，在考虑完了就该消劫，我估计是这样，嗯，那也没有别的了，嗯。现在应该还是，如果从这个判断来说，我觉得棋肯定是很细，嗯，或者是白棋把这个再走走，这个是他的先手，哎，这个是先手，哎，这个是他的权，对，嗯，还可以当劫财走，劫财，啊。他还是不消劫，拐，哇，那这个段就损了一枚劫财。他损了一枚劫财，那他或者说认为还没赢吗？中间这个是几目？是三目。说明他因为这个棋可能还是比较细的，细是吧？他如果觉得他如果是觉得都很乐观，就消劫，消劫就对吧？就稳了，收官了。是，哎，他现在还继续打劫呢，就是还是要留一个悬念啊。嗯，这个棋还是没大的了。那白棋黑棋提劫吧，没有大的了。那白棋黑棋现在只能提劫了。是，还没有提劫啊，没有提劫。没提。嗯，黑棋还有一个劫财，就是在这跑一下，试一下白棋应手。哦，这个跑也挺好的。嗯，看你，那只能吃这个。但是这个劫财，嗯，到时候他劫财可以用一下。对对对，嗯，这冲也是个劫财。冲不是劫哦，不冲不能冲，不能冲啊！这一冲坏了，哎，一冲这个随手棋，哎，冲就得马上走了。冲完以后不走，人家一挖。对，冲完之后这个有个挖，撞了一气，不能走，这就是勺子是吧？对，不会是这个劫财胜负吧？不会吧？这个，太刺激了。不会不会不会。好，他是提，然后，嗯，对，是提，然后，嗯，白棋走这个。哦，找这个劫。找这个劫。这个劫便宜还是这个便宜，啊，嗯，这个不不不不，哎，哦，这是一样的，实际是一样的，一样是吧？嗯，哦，但是没必要走，我看，然后再提过来，是不是白棋劫财比较多呢？劫财是多，要不然他没这么大方啊。现在黑棋，黑棋就是您说的这个三三这儿长一个，对，会让是吧？这是一个。好，本来就是好时机，问一下，对，会让白棋稍微困惑一下。你对，你如果是吃这个，那你官子亏了。嗯，对。如果吃在这儿，可能这边将来会不会有点受气的对可能性，嗯，这是一个劫财，除了这个劫财，这块肯定是也有劫财，这里。但是他也有可能不理吗？不可能，嗯。怎他怎么收，这个，啊？像你这种细的关子，还要继续在这收。哎，这个白棋提过来，黑棋找劫，黑棋的劫财现在在哪里？嗯，这个朴廷桓九段差一步就追平了李昌镐九段的记录。嗯，是李昌镐九段第六届就是在主将位是。哎，看看第六届主将，李昌镐九段是在主将位是五连胜，五连胜，对，最后为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朴廷桓九段现在是四连胜，四连胜啊。下到这个时候，双方这个边走边数目，像他们的水平啊，这个
就一门清了，一门清了，哎，都知道自己的输赢大概是多少。按说现在没有什么，嗯，现在犯错就属于打勺了，是吧？不会，也很难像他这个等级的，很难这个时候再犯错了。那除非特例，像上次柯洁那个。不过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说像他们这个年轻的棋手，虽然从小都是在下网棋啊，但是下这个电脑面对电脑和在棋盘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你看这个打吃，他是柯洁走这个立，立了一个，然后提劫，这立，这都是劫材，这得粘吧。这个肯定是要粘住的，他再把这个再提劫，对，是吧？他没打，还没走呢，还没走，估计是这么下啊。对，一二，一样。这个地方就是木是一样的，对，木是一样的，就是粘和搬，当然是一样的，一样。这个看作是对等的。对，那也就是说黑棋还是有劫材，有一个扳，是吧？你打住一个粘上两个、三个，对，三个对，三个劫，冲一下是劫，冲一下也是劫，是劫四个，这脚上也有劫，打劫材五个，劫的胜负吗？我当时觉得柯洁当时不冲这个把这个提了，应该是赢吧。提到这儿是六个啊，现在六个，现在要打这个劫，对，来让大家就是不寂寞，要看往下看不愿意就很快收，有这么细吗？粘这个，粘这个，粘也是劫材啊，要不然断打也很大。当然大，这个大。对，你要是狠一点是走这个呢，还有点小木，但是也还是粘粘上吧。有点小。现在是啊，这个手这是在白棋的手里啊，它是粘的，是这样的。或者说要打大的话就直接搬在这里，下一步我一提呢全部都给吃了这个够狠的，这个狠吧，这个狠，如果劫材足够大足够有就搬在这儿，对，劫材要足够多，看看柯洁怎么选择，但是这儿损了，看看柯洁怎么选择，但是这儿损了一个有点可惜哦，这儿这个棋得数数木了，对吧？真是搬的，真是搬的，他真是，哎呀，绷得很紧啊，一点都不松懈。要打大劫，这样的话，因为这边有一只铁眼，这已经是活棋啊，断打不要紧啊，你就断掉，它粘上，我就粘上，对，这边是活了，对。他搬到这儿意图就是我将来一提你这连这个子都是被我收入囊中了，是是是，这个劫就更大了，劫才这儿有一个劫两个劫，只有两个劫，但是这样的话就是白棋黑棋多打一个多一个劫材，对对对对对，是，那他刚才也在数劫材，那这个地方也有劫呀，是啊，一个两个三个劫至少，两三个，一个两个，对，两个劫是以上，这个传得很慢，一步每一步啊，他都要用这个时间一分钟，都要想透了，是，不浪费的，没，因为他要读秒，要数目，他们两个，我看那个表情。这个要不断的点计算，要点目，这么计算的算劫材，
刚才他提他没有自信赢的话，这叫太细了。太细了，就劫财劫胜负啊，劫胜负。对，这是比较揪心的时候啊，比较揪心，吓得真的是，我也是对这个朴廷桓这个耐心呢表示敬佩，可以耐心，有耐心啊，嗯，真的很有韧劲，很有韧劲。扑了一个，嗯，扑了一个这儿，对，打劫找劫财，对，刚才黑棋提，嗯，白棋扑，然后嗯再提回来，应该是这个，我估计啊，对，应该正常的话啊，顺手的一个劫财，劫财这儿是有三个劫，这儿一个劫，两个劫，三个劫是吗？但是扑一下是损一点是吧？稍损稍损，对，稍损。那个，对，第三个劫就要小心。现在劫财，如果这个是怎么办？我估计是可能白棋会走这个，走这个，这样不是损一点吗？是，那你如果这个，那就更是不对劲儿。这一长，这个又多劫财了，你还得补啊。嗯。这个也是一个，因为不走是不行的，这一长就完了，对吧？对。哎，这不行。你走这个呢，就是说你要再走，我有可能不理你。对。有可能不理。将来我如果能立到这里，那我就没损。哎，对对对。那其实现在长一个黑棋长一个倒是一个好劫财，很好的劫财。对。同时又是是应手，头是问路。哎。那是一个劫财，但是白棋这两个劫财比较舒服。哎，这一个劫，两个劫，这儿有俩劫。走这个挡，他是我单占便宜了。不，对你那个这大概你会走这个。这样的话多打一个，两个。你如果占这个的话，那我反正先便宜了。嗯，对。那走这儿，应该是这个。对，他是不是还可以先打这个？那是是是是，三个劫了。嗯，现在你一走一挡。这儿是一个劫，黑棋现在冲了，黑棋冲了，对，勺子吗？我刚才说的这个冲一个，这个冲被一挡不是后手吗？啊，对，他想走那什么吗？是这样啊，他想算了，是冲了吗？这不是刚才跟你的下法有点像。但是刚才我这招不是说是勺子勺子吗？对呀、啊，这是勺，这一挖不就完了吗？不对，他现在是先提，我看看，他提完以后，他还在哪儿找了个劫黑棋，二三零，在哪里找了一个劫财？这一挖就死了。棋谱不会打一个打这个打这个。哦，对，打了。嗯，对，哎。打完不是应该提劫吗？他粘上啊，对吧？打完不是应该提劫吗？为什么现在跑来冲呢？嗯，这不知道。对呀、啊，是真的吗？哎，当然要。这个是几目啊，刘老？这个是挡一个。我看那个朴廷桓的这个，还是样子有真有点像啊。打勺的样子。不是，他在动作比较大，就是。这个在是懊恼吗？或者迷惑？这个表情，这个哎，我这么多天第一次看到朴廷桓出现这个表情。那他有可能他一直都是很平静的表情，是吧？嗯，那他可能这个不对，这个冲坚持了这么久，是不是冲着一个走一个这个败在这招上？他大概是走这个了，那他白棋也会打这个，我估计会打这个。啊，也不提劫吗？这个爬也有进步。爬，嗯，现在还没传过来。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落子了，肯定是落子了，因为这个因为有棋谱传输的问题，柯洁的表情有时间差，也有点摇头，我不明白了，所以这个柯洁摇头，我觉得可能是有迷惑性的。不，他们这个习惯对，就是习惯，嗯。
只是一个对这个无意识的一个习惯。我们传过来的还是这样的，这样的局面。这个党是肯定的，党不走这一袜就死了是必然的。然后呢，你肯定是要补一个了。对，补这个，补这个，你相当于收了一个。你收的一收一目，但是比一收一目大，因为你得在这补。嗯，对，那冲没必要，那单走是一样的。这一打是几目流了？还不如单走呢，单走也一样，我单走不是也可以吗？嗯，我看他冲完以后，如果爬打掉一目，嗯，两目，对，是不是提了就可以了？因为他补在这儿已经便宜了，不，这个节奏大，他可以提在这里。对啊，提在这里就是非常大。提到这儿，因为这儿有个子，已经把这个子吃掉了。对对对对对，一二三四五六啊，便宜了，嗯。哦，摆错了。哦，摆错了。就是说。哦，是这样的。棋子摆这个棋谱传错了，提。这个棋谱怎么可以传错啊？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在这个网站上下的，在韩国的一个网站上下的。我们哦，这样啊。对，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网站是一个棋谱搬运工搬过来的哦，就相当于搬的人如果哎，传谱员如果摆错的话有可能。那搬运工还得需要一个水平高的搬运工，就问题，如果他不懂，还有点技术含量啊。对，这个有点哦，这可不是毁棋啊，这可不是朴廷桓毁棋了，就是哦，我们看看啊，掷完了棋，他来找这个劫了，对，他是不是黑棋，他是白棋，对对对，然后黑棋这样损了半目，哦，不是这个吗？但是他为了一个劫财，劫财，为了劫财，他损了半目，嗯，不明白。这损了半目，刚才看到这儿觉得可以收工了是吧？他不能不是，我也有点诧异，他这个怎么可以出这个问题？他提，然后黑棋找的是什么劫？嗯，黑棋找的劫，这个垛子太快。不，他一走完走着，黑棋白棋找什么去？白棋白棋是挖这个，哦，挖这个，嗯，那我看冲了一个，这个劫才也冲了，嗯，对对对，冲了，这个是劫，对，这个次序啊，然后白棋是找的这个挖的劫，白棋一提他冲这个，他提回来，对，冲挖吃着再提回来，再提回来，对对对，然后黑棋上面铺这个，嗯，铺这个。好，然后黑棋再提，再提，对，现在白棋找劫，白棋找哪个劫？白棋铺这个，啊，铺这个，铺这个劫。哦，他说你提这个，这还有一个，还有再来一下，对，好，这个要算劫财啊，对，破这个以后这儿还有一个劫，嗯，对，一个、两个、三个，哎，不止三个，还四个呢。三个四个，嗯，他劫财多，劫财多，劫财多的话，那这个半目没必要损了，是不是？对，还有这个劫是一个这块还有黑棋这边还有几个劫，嗯，对，有劫，嗯，劫的胜负啊，很有意思。朴廷桓就是要把这个劫打赢了吗？对，是不是这个劫就关系胜负啊？而且打劫过程中，白棋也没有看到哪里退让过，是吧？黑棋倒是这儿退让了一点啊，哦，然后还把这个撑住，全走的是最强的下法，不仅要打赢，还要别的官子还一毛不拔。这个劫有六目强了，六目强，对，七目起的，嗯，六七目，四目五目六目七目起的这个价值，嗯，那现在是七目强，现在是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劫财非常大，这个了，这个这是他的。这个四目也
不给？不给。哦，四亩也不给了。这是六亩，那是四亩是吧？七亩。啊，七亩也不给。七亩多了，那个节特别大了，七亩多。那就看最后是这个节财到底是把每个最后每枚节的都得。那这个按理说就不是节了，这只是四亩，先手四亩，那就会沾上了。哦。是吗？这个不见得是节了。对，他可能不用这个了，因为你走这个，他会把粘上，你提了他打吃粘上，他粘这个。对对对，只是四目而已，没关系，那个是七目了。然后黑棋提，这个劫财还没有提啊，这个劫财算一算，肯定是要提。这面有几个劫？这一个，两个，三个，是吧？三个劫，四个，五个，这里有一个，五个，对，别的地方白棋这个，算一个六个啊，损一点六个，这样一个算了，然后白棋一个，这个问题是这个不先手啊，一个。这个劫一个两个啊，他冲这个都是劫财啊，冲这个哎是劫财，因为他要不然这个冲这全是木是吧，他我脱先呢，对啊，他但是这个是他的劫财，黑棋硬了，我脱先如何，脱先如果消劫是吧，那我要走是提还是冲，是冲提单提冲还是什么提，他走这个吧，不管你冲的他走这个，对，这样子的话一二三四多四目棋，有点看不懂啊，大吗，那个大，那个对，那这个要的话刚才铺这个也可以不硬啊，他实战就这样下，对，提劫越打大劫，提这个劫，提这个，这样的话搬过，目数是一样的，目一样，但是这个劫财怎么样，劫财多一点，一个两个三，他要硬算劫财的话，他难道要这个，他可以挖，那损木损两木呢，对，损两木，看看他怎么来打劫，他可以这一个，哎，他这个也是他的劫铺了，也是他的劫财，提过来，看来这个黑棋啊，就是要把它打赢。就在这个劫上了，看来不，现在劫财，我怎么觉得黑棋的劫财有利呀、黑棋的劫财有利啊？你的劫财，它的劫多了，这儿还有一个劫呢。对啊，这个肯定是劫。这个有大龙的问题。一个两个，这儿有，来团这个了。黑棋找劫，现在该黑棋找劫，黑棋团一个，对，是吧，团一个不损，劫财危险，有点危险啊，劫财危险，劫财，哎呀，朴廷桓怎么感觉有点露出疲惫的神情啊、也是挺辛苦的，下了这么多盘、连续作战，不明白，看两位棋手也是不断在点目啊，点目一遍一遍点目，这个特别教，特别的，就白棋的啊，他冲这个了，
没有损，没有选择损，对，不损，不损，从这个到这个，对，提过来，黑棋就是该白棋找劫，该白棋找劫，现在黑棋皮，这个是劫材，这是棋，这肯定是对，就是扑了，扑了，提，还有一个劫中间，再回提，是吧？我看看这样是劫材是几个啊？哎，他这样一样，他提到这儿，一样，提，现在是一个劫，两个劫，三个劫。一个劫，四个劫，一个劫，两，提这个，一样，看黑棋找了哪个劫，提过来，对，提过来，黑棋啊，团。这个团掉，团掉，对，粘上，是吧？对，然后再提，粘上，提掉。哎呀，到最后我以为是今天是比较轻松，就是很简单的收官了。柯洁就是不提，他就是要给我们打劫。这打劫，这算劫材有点累了，有半个小时了。这个让我们有点。不知道了，但是我怎么觉得局后有机会我可以请教一下柯洁，这个劫是吧？对，提了是不是应该什么时候？就是比如说扑的时候，还有这个顶的时候，他都是可以有机会提的。不是他顶的时候他不管，他不管，对，都可以提。有解消的时候，对，但是消劫是怎么判断的，是吧？对，现在这个劫有点劫财了，算劫财了，傻算劫财吧，那就现在。该是黑棋这个白棋的劫材了。对，白棋有几个劫材？白棋还有哪儿呢？白棋的劫材在哪里？这中间冲一个有点舍不得啊，稍微损一点点，损一点点半目，这个还有这个一个，对吧？第二个呢，这个两个铁的是吧？对，还有呢，不多了，不多了。那么这个是劫材吧？这个是不是？不是，不像，不是，不像。不是劫材。那么该冲一个，也不像，也不像，也不是。两个是铁的。那么黑棋的劫材，黑劫材，黑棋一个是铁的。对，两个。两个，一个两个，是吧？这儿有一个。三个。这个是铁的吗？铁的，应该是铁的。这个被提了，受不了。这个几目？哇，这个先手几目？先手一四一二三，三目半，三目半。先手三目半。哎，来了，这个来了，提了这个了。对，这个，然后提这个，然后黑棋，我看看现在找了哪个劫。啊，扑黑棋提的了，扑这个白棋。哎，这个怎么扑过的呀？啊，之前扑过的，扑过黑棋先找。对对对，然后提，现在是黑棋在手上。我看啊，不对呀，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五七六七七，提过来七八，然后还找了一个劫材，这儿有一个，这个扑对七九扑的，然后提对。对，这样子的。对，还有这儿也走掉了，这个冲也走掉了。就走掉了啊。他这个一传谱，一传了几十手。对，这样走掉了。现在的手数在提到这儿的时候，黑棋白棋是打吃。现在黑棋有机会消劫。这一打，这提一个是一二三四四目棋。四目棋。看看黑棋要不要？那个是七目呢。黑棋要不要？
大概是得消，还粘呢，那他不赢，他就消杰还不赢，看来是，哇，哎，那如果这样的话，当初上面提这个杰，柯杰是可以去有机会消杰的。嗯，他是一路搬的，他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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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抓消了，好，消了，消了这个好。哎，怎么会？搬了有一点，是不是？对对对，有点，有点，不怕，这个点呢就。消杰，他消杰，这个大，这个大，哎呀，这个这该属末了。我估计是、这个、打了有一百手了，这个劫点，他大概就团一个这样的团，哎，给他了，哎，大概是这样。嗯嗯，这个小意思，我估计这样就行了，就变成这样。这样哈，嗯，哎，他这个搬目数并不是很大呀，有几目。他没劫财了吧？确实啊，嗯，弹尽粮绝了，弹尽粮绝了，没有劫了。哦，他有一跳吧？是不是有一跳？有啊，对，有个跳，还真是。这个好，这个好，是吧？现在可以跳，跳一个好，跳一个呢，他团一个，对。这个也没好吗？十三目，那个呢是十。如果这样进，如果是这样进行，提掉，一样粘上一样，对，十三。这样的话，他进来了，便宜一目，本来是挡住是吧？一二三四。一样，实际上一样，实际上一样。他这刚才点在这儿粘上之后，他有个扳。对，还多出，他就是跳的，跳的，嗯，哦，那还原了十三目，这个就给让了啊，这样子呢，就这个一直是最重要的一个劫征，现在收官收了这么长，收兵了，这个劫消了，嗯，悬念基本上大家就劫完了就行了，现在只剩下一些很小的关子了，这个再粘吧。这个这必须粘了，对，他没有摆上，我们帮他摆上去，这个应该是正常这么进行啊。嗯，这个现在是现在的悬念就是究竟是几目？几目是吧？究竟是贴六目半，对，那就是说盘面六目的话，对，哎，这个快棋啊。快棋因为时间短，嗯，它不像慢棋有充足的时间来判断，它时间短，其实棋手就顶尖高手啊，嗯，他也要一遍一遍的去验算，是吧？对，这个也是个小输赢。不知道现在两位啊对局者，现在是不是已经做到这个心中有数了？心中有数了，应该是，我想是已经这样，嗯，这边冲，冲。如果是走一个，然后刚才二九幺是下在哪里？这个九幺啊，啊、哦、团在这儿，啊、哦、团也很大。团啊，其实一样啊，它这个也是两目。对，我们这个不是损那个，它就如果也粘，它粘的对的。那这个大，这两目，但它几是先手是吧？几先手，对，两目，这也是个两目，一样。嗯，把这个走掉吧。该黑了，嗯、该黑棋，黑棋，要不就先挤完，然后把上面走掉。嗯。哎呀，这盘棋真是主将对决，最后又是这么细，是吧？从这个结征结果来看，又这么细，最后是不是一个半目胜负？要是半目吗？你确认上目吗？我不确认。我说，如果是半目胜负，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很有意思的结果，太紧凑了，太刺激了。哎、他是他挤了，把这个挤掉，啊、挤掉，然后把那个粘住。白棋走什么了？不是，嗯，然后打吃，嗯。粘上，粘上，
现在该白棋。但是这个这是他一目是吧？这个走啊，这有先手一目，这个可以冲掉。基本上就是不是在这个提？提他提两个一样，两个各自的都是个两目。对，这个就是提了，他提这个完全一样。那我上面就不用走，都是一样的。把这个冲掉，应该是冲掉收官。嗯，然后这儿搬粘是个两目。我看这个网站上的解说说，半目胜负很可能单节定胜负。啊，还有悬念吗？太刺激了吧！这个。哦，这个下到最后这一盘棋真是很有韧劲儿。对，这一盘棋，嗯，也是。胜还有个节在哪里呢？节哦，这儿有个半个节，这儿有个半个节。嗯，把这个提了，哦、是这个是这样的，这儿有个劫，上面黑棋提这个，嗯，然后白棋提粘、嗯，不，这个是搬成这样，然后搬粘，白棋这个地方，这是这样有了，嗯，这样这样交换成这样，对对，哎，搬粘这个，搬粘，嗯，对，粘这个，这样那就这个了，这是两目啊，哪个？这是个两目，啊是，嗯。这是个两目，把这个冲掉。这个搬粘了，我看黑棋走哪儿了？反正这个地方冲掉了。哦，这是比对、啊、冲掉了。黑棋刚才是拔了，拔完以后它一冲。嗯，对。哦，那现在还有个这个单节，就单节一个单节单片节。嗯，要这么细吗？那现在该白。该白，白棋这个两目跟这两目是一样的。这还有一个。对，这白棋可以有个这个是一目半的了，这还有个一目半多，这还有一个一目，这个大，这个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也是，这个有，这个算两目吗？没有两目，这个没有两目。哎呀，这个有一目好。一目半，这个一目半跟这个，它是粘的这个吧？粘的这个，对，对哎，粘的、这个，然后黑棋把这个提了，把这个交换掉，然后粘上面，哎、对对对黑棋提、这个、提了，然后就剩没剩几个关子了。这个和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一目、哎、后手一目，哎，对，没了，这还有一个一目，这里还有一个一目，对，嗯，下这么细。这也太刺激了。扑了一个，这个实际上是打将一样的，打将了，打一将、嗯、哎，再点点目哈，嗯，对，再判断一下，最后再判断一下，刘老，您从他们的表情能看出胜负吗？哇，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有的时候有迷惑性哈。迷惑性，这不容易。朴廷桓这么个表情，在想什么事情啊？做在复盘，在脑海中复盘吗？对。那我觉得棋手们这个表情管理做的都很好，一般下棋都没什么表情。嘴里这个嘴像在点目呢。对，嗯，对对，确认，不断的点。如果赢的多的话，就不是这个表情了。对，就是因为很细。是，嗯。他在算这个还是这个，这个倒是走完了之后就打那个劫了。这个棋最后要半目胜负的话也是很有意思。把这个打掉是吧，打掉了，打掉完以后冲，对，冲这个，冲这个了，冲这个，冲这个好、嗯、冲这个冲这正好是有一个不用打劫了，
啊、哦，他一冲过来以后，这边有个打，哎，有个打，好像不用打劫了，一人一个，嗯，像是白棋最后收官，这个、黑棋如果粘的话，就一人还有一个一人一，那我先手冲着就行了，我就搬这个了。啊，我估计他搬这个，然后走这个，正好是黑棋。哎，果然是这样的。然后再走这个，对，这个白棋就能够收到。那就没有劫财，没有打劫的问题了。对，没有打劫。你打这个，我打这个，哎，你要提我打。对，一样的了，一样的。嗯，一人一个。这就是柯洁，如果是盘面六目的话，应该就正好能够赢半目。如果是这个就不用靠劫了，对，不存在劫的。这盘棋如果最后是柯洁胜半目，那朴廷桓也是，哎呀，就差一步啊，嗯，一步之遥。但是对柯洁来说，那我们从中方的角度来说，真的就是力挽狂澜啊。这个棋，哎呀，有点悬念，看的我都看得有点晕。这一代很多很多变化。说实话，我们看棋的都觉得很紧张、很刺激的。这下棋的人，下棋的时候是不是更紧张啊？嗯，他是把这个挤掉了，挤掉。对，粘住。对，这都团这个。团掉啊，团这个。这个得冲吧？冲，对。嗯，这一幕。这冲。对。啊，这都走了。还那个粘掉。对，我们还没有棋谱就到这儿，但是。应该是这样子进行的啊，就没什么官子了。韩国规则也不用收单官，对吧？嗯，他是那个什么，他是属木。对，他就这个时候就一样了，属木了。不用把单官收完，嗯，现在还有木啊，还有劫，还要把这个劫消掉。嗯，把这两个劫的归属没有了，落定。嗯。就可以数棋了。对。啊，这盘棋下的时间也不短呀，这个已经3小时40分钟了。真是。啊，起身了。哦，数目了，他应该都已经结束了。嗯，是不是？哎，是不是已经数棋了？对，胜负马上就会打出来。对，我们现在，嗯，我们听一下导播给我们传消息，现在是。对，现在去确认最后的结果。他还摆了几个啊？这是好，现在啊，还啊，看他们把这个最后的几步棋收单收完，收单关都收了，他们都收了，把这个就是嗯，有可能有污算的，就是有可能这个不确定的地方都收掉，该粘的粘掉，这白棋粘这个了。好，把该粘的都粘住。嗯，对。哎，然后这边这个也粘了，这里也粘住了。好，是不是结果已经出来了？出来了。啊，最后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最后结果。哦，最后好，现在已经可以宣布，现在最后果然是我们中国队的主将柯洁九段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祝贺祝贺，太不容易了，真是大家都是非常开心。哦，最后的结果是中盘胜啊，哦，没有进行数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对柯洁九段呢稍作休息，稍对柯洁九段进行一个简短的访问，然后再之后会进行这个颁奖仪式。哎呀，这盘棋刘老真的是好，也辛苦您了啊，不不不，一直和我们在分享这么一个精彩的棋局。好，我们现在有请柯洁九段，有请。来啊，柯洁九段，太大家都为你高兴啊，真是祝贺。祝贺祝贺，啊，谢谢谢谢。嗯，这盘棋真的很辛苦啊。嗯嗯，这盘棋确实下的，我没想到会这么会下成这个这么激烈，是吧？有几个关键处，我们特别想问您一下哈。好好好好，就是最后打劫的时候，就是关于这个劫阵，我看进行了很多手。
其实我任何一个时间，对，他特别是我消解我就赢了，对。就是比如说他扑的时候，您消解是？对，消解就行。他特别想消解，然后我又觉得我劫财比较多。后来我对劫财的这些计算有点失误，我发现他的劫财其实这种冲啊扑都特别多。后来其实觉得，我就当时就是应该提掉的。后来他搬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把他提掉再说了。因为我打肯定是劫已经打不过了，那其他的。我就觉得这期是一期输不少的棋，然后后面到后面就这么细啊，是的，对，越走越紧张。我们看这个对局的时候，可以看到你们双方的画面，感觉两个人都是非常紧张的那种感觉。对，而且这棋前面我觉得他应该输特别多，就是在前面这里。哎，就是在这一带，他点完之后长被你这边搬过来，他应该就不太行了，是不是不太好了？我觉得他不太行了那时候，后来。我觉得我这都没有走好，被他攻的挺惨的，就被他吃到这里。他点完吃过来啊，对，还是占了一些便宜。对，我这个点可能有点，可能应该在中间再补一个，但是就觉得中间这个后薄不是很敏感。哎，您这个点，包括再跳进去，好像拼的比较猛，肯定不好，不好是吧？不便宜，对。但是我当时也不知道该走哪，因为也快有些读秒了嘛，然后确实棋有点难下。我没想到，其实这棋其实还有点细的。本来我以为这棋可能。他牌面就是好一点点，觉得当时胜率还是比较大的。对对对对，其实他这期比较厚，所以说他有些地方暗幕还是比较多的。我之前也没有那个预料到。是的，是的，啊，好在最后是有惊无险。对，最后这个盘面是大概几目啊？最后是这步他数子了，其实他是盘六，我已经半目这期。盘六哦，半半目的哦。哎呀，太惊险了！那最后其实是我们最后是。主将半目获胜，对啊，厉害厉害。那我们这个电视机之前的观众朋友一直在关注这个农心杯啊，这么多天。然后呢，也是知道您是连续参加了五届农心杯，对，是吧？三次当主将啊，还有两次没出场，对，躺赢是吧？对，三次如果说让您选择的话，您觉得最想在什么位置？听教练安排，听教练安排。对，说实在，这一次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上场，所以这几天我都在家里躺着了，就有点懈怠了。然后，就看看棋，就觉得应该不会，就说到我这里了。是的，我想没想到，我应该不用出场了，然后没有要出场。但是其实要出场，知道要出场的时候，其实还是蛮激动的，因为我中这么。他谭廷桓确实是一位非常非常强的棋手，是。然后他也特别令人尊重嘛，他也连胜那么多，我们折起那么多，折损那么多大将啊。是是是。这个结果我也是没有想到，没想到我要出场。是。所以，但是，这个结果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没错，没错。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对我来说也是。好的，那我们再次祝贺柯洁九段，也祝贺中国队取得了这个本届农心杯的胜利。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进行这个颁奖仪式。好，谢谢。好，有更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在第21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三阶段第14局中，中国队主将柯洁九段中盘半目战胜了朴廷桓，为中国队夺得了第8次这个农心杯的胜利，在此也是祝贺大家啊！接下来我要隆重的介绍今天的颁奖嘉宾，也是本次大赛的赞助商中国农心的董事长曹仁玄先生，曹总，请。谢谢。那么今天呢，也是有两位连胜奖的获得，我们也在此是宣布一下是。中国的杨鼎新九段和韩国的朴廷桓九段，朴廷桓九段是取得了4连胜，杨鼎新九段取得的是7连胜。接下来就将为冠军队进行颁奖。好，有请柯洁九段和我们的领队华学明女士上场。啊，请我们的曹仁玄董事长为中国队颁发冠军奖金。谢谢曹仁玄董事长，也是祝贺中国队啊，取得了第8次农心杯的冠军。感谢农心公司对围棋事业的支持，谢谢，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合影留念。
总教练，我们总教练，中国队总教练于斌九段和大家一起来合影留念。对，嗯，好，谢谢。那么本届农心杯圆满落幕，谢谢大家，谢谢。好，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